开始开会，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议事日程。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宣读完毕。现在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还有媒体记者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应邀列席交通司法法制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就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认证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提出报告，并亲临各位委员的指教，深感荣幸。轨道建设是世界的潮流，那不仅能够带动国家跟都市发展，提供民众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更能促进经济及工业发展，带来本土产业的商机。交通部目前正积极推动前瞻基础轨道建设，并同步规划成立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就是希望能够结合国内产官学研各界的能量，自主发展优质可靠而且安全稳定的轨道运输，以及带动国内轨道产业转型和升级，来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那么相关报告的内容，我再请我们铁道局胡局长来进行说明，谢谢。请铁道局胡局长报告。报告联席会议，以下仅就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提出报告。在各位这个手上都有一份书面的报告，详细的内容请各位参考。这整个报告内容分成五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谈我们这个中心，我们把它简称成轨研中心，轨研中心的设置的目的。那我国轨道建设过去长期仰赖进口，投入大量成本，却未能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及引导业者参与，关键技术自主产生能力迟迟没有办法掌握，亦未能建立完善的轨道系统检测验证机制及规范标准，难以形成产业供应链，致使我们轨道建设形同消费行为而不具投资的这个性质。那为反效我们日本、韩国、欧洲等轨道先进国家的做法，我们现在推动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并你配合这个中心设立财团法人，能够整合国内既有的技术能量，办理各项轨道技术研究及检测验证任务，能够期望能够满足我们轨道建设所需要的这个服务，同时能够提升产业自主技术跟本土化的发展，并与国际接轨。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这个轨研中心的设置条例的草案内容，包括第一部分是业务范围。那业务范围在这边很简要的说明一下，它是提供轨道技术规范标准跟安全检验的基准，然后提供相关的咨询跟建议。第二个部分是提供轨道技术研发，并整合国内其他技术法人既有的零组件检测技术，共同提供轨道完整的检测验证服务。第三个是提供轨道设备零组件分析改善跟维护技术的解决方案。第四个，提供轨道事故调查、安全检查跟相关技术的资源跟办理人员训练的检定。第五个是跟国内外轨道技术资讯的收集跟相关的这个交流合作。设置条例第二个部分是经费来源，这部分请委员参考我们书面的资料。第三部分是人事跟薪资，在这个轨研中心呢，会有一个董事会，董事自七到
十五人，其中一个人为董事长，由这个交通部就政府机关交通机构跟公民交通事业相关业务人员等等相关的规定您并之，然后另外设置监察人2到5人，那其中这个并得互选，其中一人为常务监察人，第三个设置执行长一人由董事会并任之，那董事跟监察人的任期给相关连任的这个规定，各位请参考我们相关书面的资料。第四个部分是财产的来源，包括创立基金以及其他这个国有不动产相关的这个出租的规定，还有相关的一些仪器设备其他的动产，如果属于国有财产者，以这个国有财产有关于这个赠与相关法令的规定办理。那另外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的部分呢，它的租金也有相关的规定，这是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是这个中心它是受主管机关，也就是受交通部来监督，它的相关的监督事项包括董事监察人遴聘、兼职费用、预算书、决算书、人事会计等等，都依据相关的有关特别这个财团法人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第三个部分是果园中心目前推动的状况。第一，在预算的编列上面，这个在前瞻计划里面，果园中心副行政院核定这个总经费是41.76亿元。那其中在第一期106年到107年，我们是编列了2.57亿元；第二期108年到109年是编列了16.67亿元，总共将近差不多19亿的这个经费。目前这项经费是拿来作为这果园中心相关建筑物的这个新建跟检测验证仪器设备的采购等等这个相关的费用。那目前这个工程的这个建设，包括刚刚讲的这些建筑物的这个新建，还有设备的采购，我们在去年已经办理发包，那办理公告，那建筑物的部分预定是在这个月底能够结标，4月底动工，仪器采购的设备预定是在6月底结标。那有关于未来这个果园中心检测能量的建制，这边各位可以参考第5页，我这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在相关的这个检测仪器的设备，我们未来是将就这个铁路系统里头所需要的牵引系统、转向架、集电工、车门、轨道复合基板等等这些国产化的关键项目的振动冲击、动态疲劳耐久跟推力扭力测试，这个部分来做检测。另外结合了目前国内其他的技术法人，他们在这个法人里面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的这个电磁相容干扰、防火耐燃、材料性质跟其他有关于比如说储能电力管理跟超级电容系统的这些相关整个设备，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在不重复建制的原则之下，提供国内轨道产业关键项目研发所需要的完整检测的服务。那么有关营运筹备方面，目前我们会同技术顾问已经成立了这个筹备小组，来办理这个财团法人未来筹办所需要的申设的文件、人力的募集跟相关的财务资源等等。同时铁道局也邀集检测这个检测验证相关的法人、顾问机构、学术单位等等，成立了检测验证平台，能够着手建立轨道产品检测验证制度，规划检测验证的发展跟分工的模式，能够希望在轨道中心能够完工前，国内的技术法人能够先投入相关的一些能量来提供检测验证服务。那第四个部分跟委员会报告的是，我们在轨道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除了果园中心，刚刚前面报告果园中心之外，另外呢，在交通部跟经济部还有工程会
组成了轨道产业推动汇报，那借由下面这个几个方案呢，能够协助国内的产业提升轨道产品研发产制的技术，建立完整的检测验证的机制跟能量。那这些工作包括第一个，我们选定了国产化的关键项目，这里总共有十个关键项目，在这个书面资料上面有列出来。我们后续将透过这个推动汇报来研商我们相关这个十个关键项目的研发补助的资源，能够建立这些关键项目的国产技术能力。好，那另外我们也研定了像轨道系统的采购作业指引，目前已经完成了轻轨系统的采购作业指引，那后续陆陆续续会定出来，包括其他的轨道系统以及相关维修备品的这个采购指引。那这些采购指引呢，主要在规范呢我们采购决标的方式，相关的评选的这些重要项目，以及等等这个其他的一些机制。那重点是能够促进我们国内厂商能够参与这个我们整个系统建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整合技术研发跟检测验证能量。在刚刚前面所报告部分，我们大概有提到了检测验证作业平台，就是在推动相关的事情。这个书面的这资料，请各位参考。另外，铁道局在持续订定轨道产业国家的标准，我们希望把这些标准透过一定的法定的程序把它完成订定，同时也参采国际跟区域的标准来进行调和。也就是说，今天按照这个标准所产制出来的这个成果，经过验证之后，它应该相当于国际级的标准，也能够输出到国外。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第五个部分是轨研中心对产业发展的效益，包括三个部分，是提升轨道技术能量，第二个建立检测验证制度，确保产品安全品质，第三个部分增进国内厂商参与轨道建设的机会。这相关的内容请看我们书面报告的这个第八页。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在推动前瞻基础轨道建设之际，设立轨研中心能够持续整合国内技术资源，带动国内轨道产业转型跟升级，促进国内轨道工业的发展。这部分在我们过去一年之中持续的跟国内的产业进行沟通，那这个轨研中心的推动也被产业界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于国内轨道产业的这个技术能量提升跟技术的输出有很大的帮助。那期盼委员会这边能够支持尽早完成轨研中心设置条例的立法程序，能够让轨道中心这个法人机构接续推动轨道技术研发跟产品检证验证服务。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110年相关的硬体设备跟人员的招募能够完成，在110年能够开始启用。以上报告请委员会不吝指教并予支持，谢谢。好，现在要进行询答。今日因为是交通及司法法制委员会联席会议，所以今天出席委员发言的时间是6+2分钟，列席委员5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于10:30截止。各委员如有提案，请于10:30之前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宝清委员发言。请部长跟铁道局副局长，请林部长、胡局长，两位。
部长。哎，委员长。早。今天早上北捷转台铁的闸门又发生故障，那么同警组塞爆台北车站，部长你知道有掌握这种状况吗？有，第一时间他们有回报。有回报，有没有很快去处理这个问题？花了多少时间去处理？我待会请我们运务处哈陈副处长做说明哈。那他的原因哈，那后来在8:40哈，大概进出闸门都修复哈。那这个其中的原因呢、啊，我们也请台铁局啊对外详细说明，是不是先让陈副处长可以简要说明一下？对，没有关系。我现在讲说哈，那个其实冰冻三尺都会一日之寒。拢伊代志决定一直发生的时候，咱拢有出问题啦。哎，我电要关掉，啊要维修，啊个开起来就袂用力啊呢。这是保定，我想这吼、哦，这个大家都不是单一事件了哈、哦。我这样讲了，我这样把你甲保定报告的报告的时候，咱的事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啦、啊哦。我想台铁管理可能部长还要再多用一点心哈、哦，是好不好？好。所以咱看到吼，啊，所以我要甲保定。报告就是讲啊，咱这个右转视线哦，死角啊，张哥啊，前是一个公车右转碾逼一个女行人啦吼。其实公车的时速在40公里啦吼，我知伊拢真慢嘛吼。但是这吼，我伫伫迄个2018年5月31日吼，我就提出来讲说，要认真研究一下吼，是不是两段是行人穿越道了吼？第二个是行人道要往后移动。因为你看得到吼，看到吼，我们现在的人行道就是在这里，在这里。所以那个公车在右转的时候，因为它右脚有被这个窗户跟窗户中间有个直角，这个就被挡到了，挡到以后就很容易就撞到。所以这吼，以这南起欧洲或者香港，我们去看他们都是两段是，过马路 Z 字形过马路了吼，是啊，用强和右滚。啊，一个用这当然这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咱个人行道，不要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就把它往后退，往后退的话，我车子转过来之后，我就看到行人，就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个车子的这个柱子啊挡到。啊，这吼、哦、我讲的时候，交通部就同意讲这边研究，现在有进度吗？部长你知道不知道？啊，有，这么我也有。请这个先由六都啊各挑选10到20个路口、啊、来尽速针对啊这部分来做这个就是研究跟改善。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有一个结果？应该是我们已经月底会召开六都交通局的会议。现在有在试办了吗？有一些地方像台东市是已经有一些是个别办，那我们希望能够更全面的来推动示范。好，我想哦，这爱紧走了哈，这行人的安全，人命关天哦，这个死掉一条人命都是一个家庭很大的悲剧哈，也是社会很大的损失了哈。啊，所以我是想哦，这就是要改变哈，就是改变。当然开车时后退一点哦，可能大家讲不方便，但是让他车子转过来之后，他就是看到那个行人，是他从这边过去，他刚好要转，就扎掉啊，一条扎掉对吧？啊，就看不到嘛，好，来，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刚我们现在回到就是今天国内的轨道产业状况了，哈。是，我们现在对不起，我们南机场跑道又出包，保定会在这待久。啊，知道，知道哈。这个哦，你看到那个，你看所有的飞机挡在那个地方，这个我上次就提过哈。这个南跑道一直出问题哦。这当然是2015年的时阵吼，我今晚当然贺陈当刚上台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这个事情。2015年你没有验收就抢先开放嘛，所以今晚上面问题，今晚人讲包商有问题，包商说你们有问题，我都还没有干你就开始就要用啊，当然会出问题啊，所以连个今晚未改观呢。保定你大家这个代志在唔在？知道，所以我也有要求我们同仁啊哈，我们成立一个体检的小组，就当时如何验收以及验收后为什么问题好仍然存在？不，现在还没有验收嘛？你去验收后，连验收都还没有验收，所以他监管营造的品质到现在大家互推嘛，互推责任嘛。对。所以我想哦，保定可能要赶紧啦吼。哎，我讲听啊，八成拢是
伊袂感觉你是顶头的上一届的总统做的，还是这一届民党做的，还是国民党做的？他不会这样想啊。所以我想吼，这个物件吼一直出现问题，这个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也不好，好不好？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我这个前天有请黄玉麟政务次长哈到桃机啊，也另外除了跟王董事长也跟郑市长哈交换意见。那除了我们要成立这个桃机的体检小组以外，其实针对这一个工程的发包到就是未验收有一些是使用，以及后来有应该有部分验收。这里面因为就现在的状况来讲可能这个过程有一些值得检讨或疏失我们一定会秉持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开放透明的态度哈，我们不会有任何就是说限制哈，会来检讨，因为时间足短哈。我另外讲讲国内轨道的现况了哈，是，当然这普悠马号，我看部长你已经反映了哈。我想另外看国内轨道的状况哦，就是说我们现在产值大概加起来哈，大概15000人了哈，它的产值超过736亿，看起来这个供应链呐，就是这个市场已经产生规模了哈。但是这个规模是咱有真大的问题啥，就讲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国车国造，我们有准备好了吗？当然这个方向在准备，我看上个大的问题吼，就是讲我们现在整个采购的方面这个零件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捷运自己做，自己去采购。那么中央的高铁又高铁自己采购，台铁自己台铁去采购，多数厂商系统都完全不一样。这我看这是管理上上个大的问题。对，好啊，现在就是我们要成立这个轨道这个中心吼，是除了这个验证，那验证会不会造成了我们跟外国的整个落差，不用亲像，亲像咱即卖台湾的中国验船技，咱台湾的中国验，这足奇怪，台湾的中国验船技术中心，结果他是靠什么生活？就来船要停靠前，我就要跟你收钱。所以吼，咱就来验证说，我们是会跟国际接轨，我们验证的结果，国际会不会认同？这是咱想解多的问题呢？这是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嘛？那但是如果国际如果认证通过，就当然免认证啊，是不？这个是啊，徐长来了，赶紧哦。我们希望这个标准能够跟国际的标准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讲的验证的这个机构所提出来的这个验证报告是要达到能够被国际上认可。当然，这里头有需要一些相关的程序去达到，我们自己相关的人员跟设备也需要能够符合相关的标准。哎，我想哦，部长爱加注意的，用咱哦用足侪无同款的厂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在零件的采购上面使用了带来很大的麻烦啊。所以你看，咱即摆后尾用15%变30%，30%变42%哦，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国产化的愿景哦，看起来提高很多了哈啊。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不要跟中国运转技术中产生很多矛盾的问题。好不好？我想被你这里话进行了，我们要充分的思考了，好不好？是，好，谢谢，谢谢。现在请吴志扬委员发言。好，主席有请林部长，还有这个铁道局的胡局长。请林部长还有胡局长。好。部长好哈。好，委员长。本席上个礼拜去中立的火车站视察一下桃园的铁路地下化的进度结果看来看去除了一些铁轨搬来搬去以外，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度现在中央跟地方都是民进党在执政，这几年来我看这个铁路地下化根本就是一场空去年还开了一场叫做先导工程的开工我在现场问我们铁道局的官员，什么叫做先导工程的开工典礼
啊，事实上其他的工程都没有做这种事情啊，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去年因为要选举啊，你们要掩饰你们在这个铁路地下化进度缓慢这件事情，就办了一个所谓的假开工。那当然，部长你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啊，不过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啊、哦，本席问你啊、哦，这个可能局长比较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请问综合规划过了没有？还没有。环评过了没有？哎，还没有。土地征收计划过了没有？那这些都没有过，哪里来的开工呢？都是在玩文字游戏，在作秀。我不怪部长，因为那时候你没上任啊、哦，我也不怪交通部，我只是觉得你们完全在配合桃园市政府，在作秀，在骗票。好，桃园市政府只要一讲到铁路地下化工程延宕，就说这个是交通部办的，他没有办法主导。那我要问部长，既然这个是你们办的计划，请问一下他的进度，什么时候中立火车站可以完成改建？什么时候铁路地下化可以通车？这个，局长。这个整个的综合规划，刚刚委员所问到的，我们是希望包括环评的作业，我们是希望在今年的第三季十月八月九月那个时间，九月十月时间能够完成核定，这个是个程序。这个程序完了之后，办理这个设计跟相关的这个发包施工哈。细设。那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是要在整个计划，这个经费核定之后，我们希望是在这个七年能够在七年之内把它做完。七年，可是那个部长，我想我们就务实啊，我们务实。这个几年几年，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是用喊价的，不是用喊价的。你的铁道局副局长告诉我啊，你需要影片的话，我可以放 YouTube 给你看啊。终归过的时间跟胡局长讲得很近，他说预计啦，他比较保守，他是今年十月啊，大概也是第三季结束第四季初啊。那终归过完以后，我问他什么时候通车，他就是讲 D 加9，这个 D 就是终归过的那一天。你现在讲的是 D 加7哦，一差差两年哦。D 加9是通车，但是还后面还会有一年是整个收尾嘛，整个计划的结束，通常都是这样，对不对？那 D 加9，好，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样？哦，吓我一跳，我说怎么再讲一下，再还我哈，好，开始哈。到底是117啊、哦？如果是十月，今年十月通过 D 加9的话，哈、哦，我们算是117的九月。到底是117的九月还是115？你刚刚又变成 D 加7喽？我刚一个才一个礼拜就变喽，变两年喽，真厉害！这个深澳电厂本来要盖，一个晚上可以说不要盖，很像哦。嗯嗯，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所了解这件事情。所谓的低，那个低是指能够在相关的这些设计能够做完，能够发包开始算七年。那我刚刚特别讲是说，你只要告诉我，我现在我不管你，哎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就是我们你的目标年后七年，七年标年，七年工期，七年，七年工期。好，因为我们得到的说法，你们的专业人员讲的是117，桃园市政府每次都要说115，而且他说他跟你们有共识，有共识。为什么这句话大声讲115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桃园市政府在讲117这件事情，一直是交通部在讲。所以我希望，既然这个工程是交通部主导的，请交通部老实的告诉我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规划还是发包工期是七年。
好，现在你说了哈，留下国会记录，就2015年，我这个记录也会带回去给我们桃园的乡亲看啊，是您讲的啊。那部长，我担心一件事情，你可能要这个，你上任也有一段时间了，交通部的各单位你要掌控一下啊，掌控一下。我那天去会刊，基本上辛苦在做事情的人都是你们交通部的人，结果会刊完以后，发新闻稿的却是新闻桃园市政府新闻局新闻处，很奇怪啊！对他们讲的话你们也不吭一声，你们的人在现场讲117，桃园市政府偏偏要，我又没有在会刊他的事情，他居然跑出来发新闻稿说115，然后你们也不吭一声。你们铁道局到底是交通部铁道局还是桃园市政府铁道局？这一件事情哦，部长，这第一件事了啊。第二件事情，普悠玛事件，不是普悠玛事件，华航罢工的事件，我记得我在总执行问过你，你说你觉得当时在第一时间的造成罢工的是有高层有判断错误的问题，有没有？记不记得？有。好，那为什么何暖轩到现在还是不动如山，坐得稳稳的？是不是他是因为他是郑文灿的人，你不敢动他？啊，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市政府的桃园市政府秘书处在去年12月25号，就是郑市长连任就职那一天，啊，他寄出了市长就职典礼，他的邀请函发到桃园机场公司，上面收件人叫做董事长王明德，哎，他那个时候还是桃园市政府副市长，哎，你们交通部的人令都还没发出去，哎，他居然就这样发文，他等于市政府在发你们交通部的人事令，哎，完全没有把交通部放在眼里。部长，你现在上任了，请你掌握你重大的建设自己的进度，不要人家说我指定115，你除非你确定你能做到，我给你拍拍手，我给你鼓励，你不要到时候115的时候跳票，桃园市政府就骂交通部，说你们拖延。如果115可以顺利，他就说你看是我市政府要求他提早，哪有好人坏好人都他做啊？部长了解我意思吗？做实际的事情，我们中立人桃园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而且我会一直督导，照你们讲的，我要照你们讲的，我不要照桃园市政府讲的，你们讲的时程清清楚楚，给本席一个交代，给桃园县民一个交代，啊，我会照这个时程来监督，啊，那你做不到，不用随着市政府他们自己很奇怪的一些考量去做调整，好不好？部长，你自己了解这个案子。好，啊，台中的铁路高架化早就完成了，同一个时期，桃园的改成地下化以后遥遥无期，情何以堪？我觉得我们桃园应该值得跟台中市民享受一样好的捷运跟车站啊，对不对？好，谢谢吴志扬委员。现在请林俊宪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交通部林部长，请林部长。铁道局的胡局长，请胡局长。部长，哎，委员长，部长早。嗯，媒体有报道哈，部长昨天看了铁道局的普悠玛号行政调查报告以后，非常不高兴，媒体用震怒来形容。那这一份的普悠玛事故行政调查报告也被林部长给推荐了，是不是这样一回事？我是有在请我们就是王正次啊，再重新召集开会啊，检讨里面啊有关惩处的部分，因为相对于这一次的行政责任调查报告，已经呈现了非常详细
的一个真相跟责任，那就应该反映在惩处，这个不对称啊。我认为这个部分对家属也好，对社会都无法交代。那既然这份行政调查报告被你推荐了，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了，但是部长刚刚提到了，其实这里面已经针对普悠玛号这种车子了，就这次肇事原因，那么行政责任啊，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出来嘛，是不是这样？对，那责任的承担跟最后的处置结果，部长不满意嘛？惩处结果不满意嘛？是不是这样？对，好。那部长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哈？大概他们应该要负的一些责任哈？当然，因为现在也在司法调查当中哈，包括监察院哈，他们也会进行调查，所以这行政部门过去做法比较保守，也就是说等司法调查完成之后啊，可能好才会进行比较完整的这一个行政责任的惩处。可是我认为这个并不抵触了，所以这次是由交通部来启动，也就在行政院的行政调查以外，我们再启动一个就是责任调查，就是要去对应每一个这个事故发生的从头到尾的时间点相对应的疏失跟负责的人，要把这一个时间轴啊还有相对的人应负的责任把它给厘清。那这个部分的工作我们交通部的同仁做得不错，可是既然这样的话，那对应的惩处啊不能只是说司机员，当然是司机员有错嘛，他在第一最后发生事故是他是当事人，可是背后所有应该负责任的不能够轻轻放下，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拉出这个责任的归属之后呢，再来这个惩处的建议了哈。部长，我们也同意，我本席也同意你的看法了。就这个事情，交通部应该要严厉的来就责，才能对得起社会了。不只有这些不幸的家属了，社会也期待看政府，尤其交通部啊，如何来做改革了。在这份行政调查报告里面，我这样听起来，还是把责任啊归咎于这个司机嘛。那至于这个司机他该负什么责任，目前有司法调查，但是行政责任啊非常清楚了。部长，对，我们应该要从严来处分的。我跟委员报告，当然公务员的惩处有他的程序，我还都还是尊重。可是既然有这些责任的厘清，相对于惩处，我比如说，当然司机员他操作上绝对有问题嘛。可是背后包括总采购、验收、ATP 的系统维护以及远端监控系统，这个算是继先前的大理站的事故之后再次发生，那从头到尾的这个部分对应的责任也应该要苛责，没有错。所以部长，你退回以后，那大概多久啊？这份行政调查报告可以出来？应该是安排本周内啊，会再次开会，会再次送给你，然后。会再次开会，就是检视里面相对的这个责任跟惩处。那部长同意以后，就会正式对外公布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会先报院，好，报行政院，然后会正式对外来公布嘛？因为啊，当时普悠玛号车子的采购啊，就产生很大的争议了。部长你临危受命了，你接任交通部了，我不晓得。部长还记得当年你也曾经在立法院，那时候普悠玛采购案就引起很大的争论了。是台铁当年说要买倾斜式列车，普悠玛号有多好多好，非常适合台湾。那部长知道今年台铁又在采买新的车辆吗？他不买倾斜式列车了。如果你问台铁为什么不买，他说这个不能买，这种车子啊有很多问题，不适合台湾呢。以前说多好，也是台铁；现在说不好，所以不买，也是台铁。那重点是，这里面总要有人负责，总要调查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然后你买下来以后造成这样的事故，有没有关系嘛？就像部长你讲的，司机就算他操作有错误，他关掉了 ATP， 那为什么没有警示呢？
为什么让这部车子就这样出事呢？难道没有其他的安全的的一个管制吗？还有更重点是，现在普悠玛号每天都在跑，安全吗？我们可不可以确保又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故？我想这是社会啊，社会上大家所更关心的。嗯，啊，那部长是我希望这份的行政报告哈，能够在部长你的督促之下啊，尽速把它完成了啊。看交通部啊，如果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啊？另外，同时我们今天要讨论这种轨道技术中心研究及验证中心的成立了、啊。像部长，今天我们是送条例了到国会来，对，所以他未来的组织条例啊，会国会会如何审查也不晓得嘛。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验证中心，它的硬体呀、啊，已经准备要发包施工了？对，因为这是行政院一个计划啊。这个财团法人的成立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认为啊，应该设置条例先通过，至少尊重一下国会吧，哈。你设置条例先通过了，啊，你下来去啊。这位委员报告，什么你也不知道，立法院会怎么审查？是，搞不好委员有意见把你退回，因为确实是同意你设立。前瞻计划，那你现在已经在招标啦、啊，是不是这样？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前瞻计划在推动这个轨研中心越早成立，越有助于啊，我们整个不管是技术的验证，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那去年因为普悠玛事故，哦，有我们这个审查条例就停止，而且我们希望赶快追赶回来。而且也是感谢委员会的安排。你今天送的报告哦，我觉得也非常空虚了。最重要的是，这个中心以后能不能自己永续经营呢、啊？你们送出来的自偿率啊，如果了哈、哦，有一个营运机构。的固定金额提拨下，它才会为正的、啊，它才可以生存的、啊。好，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它自偿率是负的了，那每一年还要再吃纳税人的钱呢、啊。这个中心根本没有办法永续营运下去了、啊。好，那是哪一个营运机构可以每年提拨金额给他？不合年合月了。前瞻建设现在在进行没有错了哈啊，但是轨道中心由。如果每个县市买的规格都不一样，我很质疑啦。我们有能力用在那个轨道中心，有必要设立吗？其实，在立委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呢。今天我有时间的问题哦，我要讲请部长啊、哦，这样的一个轨道中心设立啊，花掉40几亿啊，我们实在很担忧，也很质疑这样的必要性啊，以及他的政府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还是说他以后成为啊，所谓交通帮啊的养老机构啊？怎么大家退休以后啊，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啊，还可以去领薪水、领高薪啊？但这部分我们要来避免。不过就轨道运输啊，是一个哈、哦、趋势嘛哈、哦。那除了安全，也是产业。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太晚成立了。如果早一点成立，其实早一点有规格，然后也可以呢啊来整合。那现在当然跟时间赛跑，但是我觉得台湾未来的轨道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好，我们一定会加速啊，好，谢谢部长啊，推动，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主席，谢谢。现在请叶宜津委员发言。我们还是一样，请林部长跟局长，请林部长、胡局长。部长，我先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们对台铁实在很没信心了哈。从过去它的误点、它的事故、它的种种表现，那今天早上台铁的匝道口在上班尖峰时间故障。然后他最后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耽误到上班的人，他就把匝道打开，那最简单嘛，就打开，大家通通都出去了。那是啦，民怨减少了很多，这是快速反应。可是呢，从第一次这样子发生以后，我希望是我自己杞人忧天了哈。
但是我从过去的台铁对台铁的了解，我就开始忧虑下一次会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当然你们会告诉我一大堆怎么样改进，赶快去改进，我都 OK， 但是我现在要要求的，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在这里，我要求就马上从今天的事故检讨建立一套 SOP 制度，下次有这样情形的时候怎么处理，可不可以，部长？我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一次就是因为部分系统没有依 SOP 操作， SOP 绝对有。那昨天的就是今天早上凌晨嘛，因为大楼进行电力系统的维修，但是在京城要送电的时候操作不当，有一部分啊，所以宕机是人为的，所以也很快就修。所以 SOP 固然重要，人啊，其实人的这个 是最重要的一个操作要照 SOP， 这个一定要落实，不能够再有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再有这样的事故故障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现场疏解旅客？你们是准备 SOP， 就是全部砸到，下次也是在砸到打开，这样让大家都出去吗？我是希望建立这个的 SOP 也要建立起来，好不好？应该的。好，那多久可以建立起来？其实应变计划包括这种处置都是有标准作业程序啊，就是人的执行。那今天是这个打开砸到砸开就是你们的 SOP 啊？这个我来请我们这个运务段，好，要不要做个说明？赶快，我后面还有很多议题啊。好，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紧急处置的方式就先让他们出站，然后下午要回来坐车的时候再来解卡，然后就可以进站了。那以后也是这样了，是不是？对，现在遇到有突发状况的话，基本上的 SOP 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那这等于是没有作为了。赶快让他们上下班。对，是让。尽快的把这些旅客能够疏解。我们真的是希望我杞人忧天，不要再有下一次了。好，好，来，除了这个以外呢，部长是，我的选区哈，新营的火车站呢，大概一出站就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呢，勉强停两辆车。就遇到省道，你知道省道的车速是非常快的哦，哈。是。那后来实在是不行，因为第三辆就排到省道去了，勉强把两线道硬改成为三线道，就放了四辆可以停，还是不行啊，部长。所以呢，铁路高架，说实在，我们不敢奢求地下啦，地下那个费用更高。实在是我们地方非常急迫的一个需求。除了这个平交道以外，我们那边的铁路呢，要经过很多的灌溉、沟渠、河川，我不断的在帮台铁处理，我甚至在那个后壁路桥下面的铁道，以前每雨大一点就淹，我为了解决那个是跨部会六个单位花了好几千万才解决的那个问题，但是那还都是只有治标，所以呢，汛期一来，常常好雨汛期就灌那个火车，你们应该知道，常常那一段嘉义以南，对不起，没有办法开，因为淹水了。台南以南继续开，我们那段没有办法开，所以解决之道真的是期待高架化能够快一点。是三月份交通部已经通过了可行性评估，但是呢，中央要地方自筹60亿，整个预算140亿，地方要筹将近一半的60亿，地方财政困难了，请部长可以真的是不是把这个新营地区的高架化列入优先考量，多给一点钱了哈？钱，交通部的钱要花在刀口上，这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所以特别拜托。我之所以要先提这个，我其实希望交通部的钱不是要省里面的钱，而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轨道中心
43亿。我们先这样说哈，部长。是。我先请问哈，现在各地的捷运，我们除了补助各地方的各城市的捷运，除了补助以外，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帮地方的捷运局或者地方的捷运建设做什么事？快点，我时间很宝贵哈。来，请。在我们核定这个之后，大概我们就是由地方政府部长他们去执行。部长来可以了哈，部长。是。因为我直白的说，我是反对轨道中心的，大家都知道。今天每一个同仁都来问我说：“哎，换部长了，我们要不要重新检讨一下部长？因为换部长了，所以我对你有期待，我愿意再重申一次，为什么我不赞成轨道中心？第一。”台湾不可能再有第二条高铁了，对不对？不一定。第二条高铁不可能。时代在发展中哈，这个部长，轨道运输还是最，你不要讲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啦。一百年以后，假设说什么地壳变动，我们又多出平原来，才有可能啦，哈。不可能有第二条高铁，也不可能有第二条台铁。我不是说东部哦，我是说西部哈。好，但是台湾可能各地区都会有捷运，没有错。对。可是各地区的捷运都是地方政府为主的，他们去要做这个捷运是适合那个地方的。比如说你台中市，你会自己考量，然后看世界上哪一个都会或者哪一家公司的捷运适合我台中，适合我台南，我地方政府会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铁道局其实除了补助，没有第二个功能。好，部长，我知道这个编入前瞻建设了。我想要跟部长举一个例子了。好，部长，你谢谢。我觉得你的层次是很高的，不是只有交通部会，因为你当过行政首长，你知道。同样是前瞻建设、基础建设里面编列一个预算，我们也要成立一个类似轨道中心这种的验证中心，叫做什么？叫做风机验证中心。因为我们再来最最最台湾最大的建设就是风力发电。部长，我们不会做风机，结果我们要成立一个风机验证中心。我一开始就说，这样搞一定倒，做不起来了。你不会做，你要去给人家验证。同样哦，你不会坐高铁，你不会坐捷运，你今天告诉我们说我要花人民43亿去做一个验证中心，部长，是我一个人人为言轻了哈，我已经从贺陈部长一直讲到您，我对您有期待，所以我才愿意再讲一次。要不然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我把我的所有发言当成一种记录。将来这个验证中心有问题，轨道中心有问题，被骂的时候，至少我没有责任的。我的心态是这样的，我已经修正到这样，所以我最后只有一个要求，最后的要求，告诉我，我们因为。其实人民现在都知道，政府一大堆基金，一大堆中心，一大堆伟大不掉的烧钱的，没有办法结束。我只要你们告诉我，假设就像刚才大家讲的，轨道中心没有办法，然后一直烧钱，一直了钱，告诉我怎么样落日结束就好，我只要这个就好。如果改天检讨了，没有达到你们标准，我现在都相信你，什么什么什么你都做到，你没有做到，那改天要怎么修刷？只要你们告诉我这个，我就可以让这个法案这个中心下去，要不然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哈，要最后至少我要做到这一件事情。是。我跟委员简单说明一下，当然，未来的财务如何自主哈，但技术服务的收入啦，或票箱收入或其他，因为这个其实标准化之后，对于整个轨道
相关的设备的国产化。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晚了啦，我是认为，如果更早的时间成立的时候，整合定规格，好，部长，那现在已经都各地都长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制度面啊，怎么样逐渐的把它整合在一起？不然的话，以后啊，可能是更大的问题啦。那但是这是一个确实如委员所讲，这是也不容易啊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戒慎恐惧。不是只有这样哈，我最后再说一次哈，我们应该要慎重的再做一次的检讨，再决定要不要做了哈，这是我第一要求。第二，真的做了，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目标的时候，要怎么做结束了哈？你们都说了，关键技术长期遭国外原厂掌控，那我们再来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其实很多的车厢还是会换，然后有些系统会整合。我的时间到很久了哈，好，我可不可以期待我们大家再做一个新部长，所以再做一次大家的检讨，再来决定要不要做，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真的要做，告诉我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怎么做一个修缮了哈。好，谢谢。现在请管碧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尤其特别谢谢主席，好跟我交换。我们请部长，请林部长。部长，我们交通部总共有几个财团法人？交通部捐助所属，大概一二十个跑不掉。最重要这八个啦。嗯，好，你看这八个，好。你现在要增加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哈，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它在权责还有属性上面跟今天所提进来要成立的比较类似，一个是轨道，一个是汽车啊。当然安检不是在设立规格哈，你未来轨道是希望要去规格化，这个制定规格哈。虽然说这已经其实很成熟的产业，规格世界各国都已经抢尽了先机了，台湾如果要去制定规格的话，在全球也没有竞争力了。所以今天的成立可能也荣获有委员是觉得有争议了哈，但是不管。不过部长刚刚讲要戒慎恐惧，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能够发挥功能有贡献的财团法人再多，我们都不愁，好，再多我们都愿意同意。但是你来看看车审中心哈，我就举它其中一个功能，让你看看功能张不张哈、嗯。我们的汽车的车审中心，其中有一个是，如果我们民众所买到的车辆或在台湾销售的车辆，在街上行走的车辆，如果它的安全性有问题的话，它要负责召回改正的业务，让我们的交通安全可以更进一步的得到确保。那根据这个监督办法的第二条呢，我们车子召回改正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车商自行召回，一个就是交通部你要主动调查，然后让他去召回。好，那这个主动调查就是交通部要委托专业机构，专业机构就是我刚刚讲的车审中心。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召回办法的第六条的规定程序是，第一个要先车审中心交一个汽车安全性分析报告。好，分析报告出来，如果觉得安全之余有安全之余重大危害，还要再进行安全性调查。其实这中间留一个空间，让厂商他自行召回处理啦。好，或者他不用召回，这个期间就让厂商你自己知道，你赶快要替民众好保障安全了。好，所以你又给他一个安全性调查，那安全性调查再把他的结果公开哈。那这个改进办法呢，这个安全性这个调查如果确认确实是有问题的话，那交通部就要处理召回改正的工作了。好，那当然也规定，外国如果同一款车是被召回改正，那在台湾我们也会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处理哈。好，车审中心哈，他其实在自己的网页上面也自吹自擂，说他们对于民众的这个安全的申诉案件、瑕疵的申诉案件呢，哦，他们都会主动及时监控，哈，主动及时哦。来，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 V 牌汽车。今年1月14号，车主开始向消保机构申诉，然后本席在1月22号就去函交通部，叫你们要注意。交通部1月23号去函车安中心，车安中心24号去函 V 牌公司，
请他们提供资料。然后本席跟消保会一路追踪，所以案件呢从20件到33件，这中间消保处也去函交通部跟你们说这不是个案哦，你们要赶快进行调查哦。然后车案中心1月31号再函这个 V 公司哦，一直就是只给他函呐、啊，就一直去给他而已啦。然后呢，3月8号本席召开会议的时候，消保处说已经有77个同样瑕疵问题的申诉案件了。好，到今天车审中心总共有30个工作天，我们扣除年假，扣除所有的假期，有30个工作天，完全还没有立即及时启动安全性分析。完全没有。我们来再来看看 M 牌汽车的安全瑕疵案，这是2017年的时候就出现在行驶中无预警降速，这是多么严重的瑕疵。而 M 厂第一次召回改正，第二次召回改正，完全也没有办法解决车主的问题。所以2017年车主的申诉到2019年1月的时候呢，还有100位车主包回交通部抗议，而交通部虽然核准他们召回，可是车审中心有没有安全性调查？也没有安全性调查。所以启动安全性调查有那么难吗？这个程序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车审中心的专业把关。当我们车子走在路上有安全的疑虑，消保处很清楚定位这件事情。第一个，它已经不是个案，它是通案。第二个，他已经有安全疑虑，这是消保处的定位，然后通知你们交通部。到现在车审中心连安全性分析都还不做，就只有一来一往的公文叫 V 牌公司提出说明。像这样的财团法人再多也没用啊，你现在新要成立的财团法人是怎样的组织？车审中心的董事都是无几职，董事长有几职，对不对？董事里面学者专家才3个，捐助代表都比他多，3至8人，政府3至6人，学者专家3至5人，这根本不是专业主政嘛。所以财团法人的成立真的要戒慎恐惧啊。今天要成立的这个财团法人是40几亿啊，部长，车审中心这样的角色，这样的被动，这样的消极，这个车子有瑕疵，是公共安全的议题还是车主的利益？你说，是车主的利益吗？还是公共安全的问题啊？是全民的利益吧？对，都有。部长，都有。对呀、啊，当然是全民的问题啊。一个车子在路上行走，突然之间会速度会突然骤减，那后面的车子撞上来怎么办？连环车祸怎么办？所以车审中心这个财团法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部长了解一下这个事好不好？好，刚刚有关于这个开会的部分，我们已经责成尽快，然后在一个月能够把结果报告提出来。你看一下啊，这不追哈，你们就是没有动啊。前两天开会以后就答应说一个月内会做安全性分析了，那前面这30几个工作天干什么？然后网页上说我会主动调查，这个说假的，主动及时监控，然后你们的申诉资料会进行分析研究，好，这样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好，同样的一个瑕疵，在中国，好，厂商业者已经承认瑕疵。已经承认瑕疵，而且已经有改进计划，他们没有等到召回，他们赶快就主动。可是在台湾呢，他们认为说啊，中国那个是一次性市场行为，在台湾他们不认账，那我们的车审中心跟我们的交通部被动袖手旁观，这样我们的公共安全是没有办法被确保的，好不好？好，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财团法人的设置办法，本席是认为你们要慎重。好，你看看车审中心的网页，有关于这个车辆安全分析调查报告的网页，有没有任何一个安全分析调查报告在上面？没有，因为我们的办法里面明文规定嘛，安全分析调查报告最后做出来要公开嘛，结果一篇都没有，
你看看汽车安全性第九条，好，交通部并得公开其经过及结果，可是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一篇都没有。好，好，谢谢，以上，谢谢。好，谢谢广碧玲委员。现在请陈欧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交通部林部长、路政司陈司长，林部长、以及铁道局陈局长、司长胡局长，请上台。部长哈，哎，早。铁道轨道的技研中心呢，这个案子从贺陈部长力推到现在哈，多次的发言我都表示反对。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也表示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呢？啊，也是我今天要质问你的部分哈。第一点，我想了解说，政府花大钱成立这样的轨道技术中心呢，迫切性到底是在哪里？这第一点哈。第二点，我们对过去对你们所质疑的部分，这些疑虑厘清了没有？啊，这个两个回答可能就六分钟结束了哈。我要问这两个问题，请你放在心上，我去了解一下。好，那我诚恳的建议了哈，如果要我同意这个案子哈，我认为交通部现在迫在眉梢，应该是尽速来厘定我们整体国家级的轨道的发展的三位计划。如果没有这个三位计划，你这个轨道技研中心呢，就是资源的重复或者是浪费。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就好像很多委员，叶金委员刚才讲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台湾整体的这个轨道的发展的一个计划，没有办法说服人家。政府花了41.66亿要成立一个轨道技研中心，东部的铁道怎么样？东部的铁道怎么样？西部现在确实啊，高铁很方便啊，可是这几年来，大家要南延、要北延，甚至要考虑要东延，高铁东延。那宜兰县一直在争取的北宜直铁，以及花东北回线，整个提速计划双轨，包括现在的平潮新线，这些路线其实我们交通部应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铁轨道的发展三位计划，你才谈说这个需不需求的问题。就这个都没有三位计划，你要跟立法院要花这么多钱，那将来我没办法解决国内的轨道建设吗？还是我们成立一个技研中心，只要做检验而已，或者是发展其他产业？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我想交通部主管的是交通的运输的问题的，整个台湾区域的发展跟轨道建设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国家级的轨道发展的三位计划，本席反对。啊，我公开反对轨道技研中心的一个成立，这笔经费我花不下去，我没办法说服我们东部的所有乡亲。啊，站在这里这个立场，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环岛这个高铁的一个概念？我今天特别提出来，西部纵贯的高铁现在六个县市，如果能够加上北宜快铁，加上花东线跟南北回线的双轨化的提速，再加上平潮新线呢，这个我们把它界定为环岛的高铁，因为东部的话也等于类似的一个啊迷你的高铁，或者是说我们称为啊环岛的快铁。如果有这样的架构的话，我认为成立轨道技研中心就有那个需要啊，所以未来我们也不必浪费很多钱啊，在大家的在争争吵吵。哦，那有没有人说这个未来台湾是不是需要高铁？哦，如果是这种概念的话，可以借这个是环岛高铁的话，我相信这是需要的，而且可行的。哦，所以我部长，我在这里建议你哈，哦，如果说啊，哦，没有这个三位计划的一个蓝图的话，本席会反对。哦，那我就想说这段期间呢，我把相关的资料提供你参考。我估计过了哈，台湾高铁设计时速现在是350公里，那营运的时速是230公里。那我们台铁路线提升效能，部分截弯取直，
成了准高铁的环岛快铁。这个日本我们称为迷你高铁，哦，迷你高铁。那设计的时速是200公里，营运的速度大概140公里。那如果是台湾高铁加上台铁提速的话，环岛一圈大概是5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达成。我认为有这个善后计划来成立这样的轨道纪元中心，就有意义。哦，因为交通部刚刚所有的建筑单位都是我交通部所属单位，交通部花那么多钱，如果没有这样上位的发展计划，就是浪费民脂民膏。所以我这个我在这里再重复讲哈，那部长我这次给你参考，希望你能够提出来哈。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其实前瞻基础建设的轨道建设方面，照理讲了哈，就是在逐渐建构一个全国的轨道运输网哈。那不管是我们环岛的哈，就或是东部快铁，再加西部高铁，以及复合式交通里面在地的捷运轻轨，其实以台湾的地形人口，我们轨道运输啊还是一个未来的主要的方向，是绿色又安全。所以当然哈，这个整个技术面还有它在产业方面怎么样能够带动一个火车头的一个产业，我同意委员所讲，上位的计划很重要。那我们也会逐步哈来把这个既有的在发展中再整合。那环岛啊，能够让大家一日啊能够这个生活圈形成，这个也是我想建构台湾未来不管交通建设或整个观光旅游啊很重要。好，部长这样子哈，谢谢你的答复。我希望说现在是审查预算的时候，把这个上位计划提出来，不管是草案也好，哦，让全国人民了解说啊，未来台湾的轨道发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况，包括你刚刚讲各地的轻轨，啊，这个你提出来哈，这个部长，因为我还有两个议题要跟你讨论哦。好，这个我就要求你提出来，如果没有提出来的话，我个人表示反对，坚决的反对，好不好？因为对东部来讲，反对也会反对到你在主张的那部分，没有，所以你提出来我就赞成了。主张我很多都支持，你赞成，你赞成我的环岛这个轨道网的很重要，我一个一个我们再把它串联呢。啊，对，但是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轨研中心的成立稍晚了啦，如果更早一点，它可以指导我们前瞻计划，好，还有整个。部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说服我，就是赶快把那个上位计划把它确定嘛，好不好？这个计划就是说在属于就是说我们规划面，好，这个我们来做，但它变成一个政策面，好，这个当然需要透过一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好，这个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好，那个本席这里还有两个事情跟那个部长就教哈。好，本席在立法院推动北宜直铁跟宜兰县的铁路高架已经好多年了，是，那一直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效率了哈。那所幸在总执行的时候，苏院长跟你呢，都有达成共识，就是有推动一个专案小组，由吴哲成是一步一步来解决，一步来实施哈。那现在已经有协调哈，已经第一次协调，已经跨出第一大步。那我想就是在强调，中央跟地方哦，对可行性的评估呢，不能置身事外，一定要主动积极的推动来协助，因为以地方的人力跟专业没办法去处理这些啊。所以那天铁道局的副局长有去了哈，是。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呢，请部长一定要来协助地方，因为可行性的评估一直是这个案子空转了好几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好，那现在已经有开始了，所以部长我在这里提醒你，好，这个案子哈，希望在今年的时候能够完成了，好不好？好，我们来努力。好，来努力。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众所瞩目的普悠玛号的一个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宜兰。这个新马的弯道哈，我们现在有计划结弯起直。我请问你目前的进度怎么样？何时能够完工？啊，这个部分我们有新马，我们结弯起直的部分哈，因为总预算非常大。对。好，我们现在是有针对几段会做优先来做推动。那整个是不是哈？这个全面因为涉及到上百亿哈的预算了。对，我要了解新马弯道这个部分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啊？因为这是众所瞩目，大家都问我，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弯道的改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我请同仁回答一下。好，新马弯道这个部分的启程，来预计启程，是好。
跟委员报告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台铁局已经有纳入整个的改善计划哈，那这一个部分的话，经费大概需要6亿元哈，那我们整个施工的期程大概要4年。四年是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尽速，就是说整个不要尽速了，因为你们这里就提出来了，自己就提出来，2020年开工，然后2022年底完工，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因为民众一直在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改善，什么时候会完工，什么时候动工？这个要2022年。那个部长，你会后哈，好了，我跟委员说明一下，这一段我非常关心呐、啊，所以我希望他们做优先推动啊，预算相对也比较少。而且跟事故发生有关，本来要提了一大堆啊，非常多要所谓这个弯道要取直，要截弯取直，但我认为说这一个部分是优先要来推动。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好，我们会又提供一个确切的时期给我，好不好？提供给我，可以跟好我们相亲说明哈。以上，谢谢。好，谢谢，谢谢。现在请陈明文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还有胡局长，请林部长、胡局长。好，部长早哈。早上我看到部长翁立安那一群，对普悠马号的一个行政调查报告出炉以后，你非常的不满意啊，甚至于说你在办公室动怒，没有错吧？我是不能接受了哈，对，但是不能接受就是动怒了哈，啊，动怒没有动了，我是很坚定，生气了好不好？就是不满意，比较痛心了，因为调查得很好，有一部分也厘清了，但相对的这个行政责任的归属跟惩处啊，并没有对应。没错，那我看起来哈，确实我也不大满意了，哦，不是说你不能办，你没办法接受而已。我看起来前三任的局长基本上像前任局长换竹谷就记过一次，周永辉记过一次，那陆杰生是记大够一次，没有错吧齁？其实我看你不满意的所在还是在底下啦齁。那我看起来这个车辆的一个采购是在换竹谷的任内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对嘛齁，所以看起来好像他轻轻代购记小购一次，他的任期也最长了哈，有高达7年之久，好，所以从采购验收到第一笔车啊进来，那这个里面的包括ATP 的整个系统有问题，然后远端监控没有连接，好，然后能够采购姑且不说，现在检调也在调查，而就验收本身，那都没有去进行，没错，那。这个整个当时啊，要采购普悠玛的背景，就是因为大里站发生类似啊，跟 ATP 跟这一些有关的事故嘛，结果因此而采购，但却没有去解决原来问题，对，而且视而不见，对，这个期间的责任，我想在厘清之后是很清楚的，对，那么因此呢，我觉得不只是所谓我们这个公务员惩处或已经退休之后应该有的行政责任。那现在担任中国验船中心的董事长，对这个对社会来讲都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不但没有检讨改进，没错，反而代表交通部去担任中国验船中心的董事长，这个我想我是心情是很难过，是说这个几乎是没有是非了嘛。对，所以今天事实上报纸这个报道。林佳龙怒了，说你没有办法接受。事实上，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也把我甚至我今天会在这里执行，我只是要告诉你，其实你把社会的心声讲出来了哈。但是我也了解了哈，其实你用行政的一个处分这些已经卸任的甚至于转任的，或许像周永辉有一点感受了。那其他，我想他们基本上给你记一个小过大过，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我还是直接，还是建议你哈，该移送这个监察院的就移送该移送调查的就让他们继续去做这个司法调查。我想这样子才能够让社会大众
更了解哈责任的所在啦。我跟委员补充一下，其实这一次普威马事故已经在进行司法调查，监察院也非常关心。那行政院也有一个行政调查，这一次是交通部，因为我们是主管机关，我们比较清楚有关于这个事故的一些内容嘛，所以我们自己又启动了行政责任调查。好，这个在过去是少见的。部长，我是这样讲了哈，就是说我看开心交通部南公要安尼调查讲吼，这里有什么结果吼？交通部来宾嘿一人了吼，我基本上我是觉得是一定会官官相护，到处看到你的态度，看到你硬起来，我是觉得非常好。所以我想，希望你这个部分吼能够好好的哈继续哈硬下去了，好不好？好，其实我跟委员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为了台铁 好。最后我想，因为才改革才能够取得信任。好，今天我想我们在审的是轨道中心的这个草案哈。那我要了解一下，就轨道中心它到底哈，它的功用哈，还有功能性是什么了哈？从这个草案内容，我简单看了一下你的业务主要的业务范围哈，这个林林总总。但是我今天要问这个部长啊，或副机长后，啊，咱现在一定要设立这个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这是作用是几对？作用在哪里？是，我想这个部长，我要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是你上任的时候才提出来，没有错吧？结果我们在讲你前任提的，那是当然延续性的。那要讲较早的是2002年就有人提啊，一直延到今年2018年，那16年后忽然。交通部提出来了，那今天你一上任，你又把这个案提出来，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说，你要注意哦，这到底你是在替什么人哦去卡层，还是你是真正对铁道中心、验证中心哦，这个你有你的主张看法哦，这个是你新上任部长你必须要有的态度哦，所以你简单说明一下。好，我想这样简单了哈。从长期趋势来讲，轨道运输是绿色又安全的交通。台湾呢的整个环境也一定会建构一个就是轨道运输网。嗯，那我们前瞻计划又变那么多预算，没错。其实这一些都只是会越来越多，不会停止嘛。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技术的这一个研究以及认证的机制的话，其实在未来不只是对轨道的发展，其实对产业。这里面所有的零组件，好，你谈到产业带动，好，你谈到就像航太有，我们台湾有自己的轨道产业吗？有吗？其实我跟委员讲哈，其实我们现在要所谓的国造，国造都造不起来啊，所以我们这个跟我们我委员不能跟你讲，这有关系哦，铺一下铁轨道啦，啊，除了好，我们的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比如智慧机械跟航太的结合。我们台湾有很好的工具机零组件，尤其是精密机械。当航太跟它整合的时候，这个整个就带动，它就一个产业的一个供应链。同样，轨道也是一个产业链。但是我们过去就只有消费买，然后甚至维修很多都要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所以从国家的利益、产业发展以及未来的整个这个使用者来讲，当然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方向，怎么样能够让它财务自主。使用者付费，提供技术服务，这个趋势是还是一个国际的潮流啦。部长，不，但是做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次代表说机关结果，你真的是想要把这个轨道的这个这个研究技术及验证中心哦，包括人才的培育，好好在我们的立法院让它通过。你的态度是这样子哦。没有错哦，我是期待有这个目标。比如说了哈，我们现在的轨道，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以现阶段的台湾的轨道产业是不够的哦。哈，咱没光跟你讲车辆，顶多我们只能够造一个车厢啦，顶多我们铺个铁道啦。这里面我们有什么技术可言？其实有重点是在这里未来的智慧交通。那你现在要讲的衍生的，让我个人的看法。后续的我们的高铁、我们的台铁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你基本上讲的大概就是地方的一些捷运呐、捷运系统啊，大概你们现在可能在讲的铁道的一个提升啊，或者是一个验证啊，大概是在这个部分了、但我是觉得这个格局就小了。那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呢、我必须要提出来注意的哦。对、就是，公，你或许你在讲的是
这个你还有一个业务，就是要法定事务调查的权责，好像你们是要在这里要来执行，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有吗？第四行这个第四项不是吗？啊，第四项是吧？那一部分协助事务的调查，提供轨道报告的调查，运安会成立有一些技术面，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才。好，这样的一个机制，我是告诉你，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现在已经让印安会，印安会的这个立法已经删除了哈，已经到这个朝野协商了哈。就如果通过以后，安土印安会还要需要这样子吗？这一点也是希望你们好好就做一个，我们会来厘清。嘿，啊，做一个检讨，我提供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最后一个哈，我倒是觉得我要在这里跟到铁道局这个提一下哈。咱起码咱全台湾咱的铁道的宽度大概是多少？来，目前台铁是多少？台铁的是1067，1067嘛。哎，那世界标准是多少？标准轨是1435，1435公分嘛，没有错吧？哈，对。那现在高铁是143吧？哈，高铁跟大部分的捷运都是1435，1435嘛？哈。所以现在我们台铁的是轨道是比较窄嘛？那你认为呢？应该要不要更换？是有这个构想，不过这个执行面因为涉及到台铁的轨迹106.7，是从清朝一直到日本时代到今仔日，那基本上我们的台铁的轨迹就是这样子哦。那我记得在民进党初期，这个主政的时候有提出来哦，交通部也曾经说要建第三轨道，然后慢慢来做替换。那后来民进党下台以后，国民党上台以后，这一件事情就不了了之。那我的意思说，从那个时候如果按那个更换呐、啊，哦，大概那个时候在讲是20年就可以更换完成。一直那地做到今嘛十多年啊，其实也可以更换到60%以上啊。日本是铁道更换是用40年的时间，所以部长，对，我是觉得那些做保定局的领导哈，那些政策方向，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做讨论的哈。这个部分的讨论比你现在在谈的所谓铁道哦中心哈还重要。就是讲你今天你想到你台铁也常常发生事故，轨迹太窄啊。哦啊、所以你的车辆你在塞，你哪个超速的，还是就陷啊？那以现在我们的车厢，事实上头重脚轻啊，所以这怎么是一个危险性的所在啦？事故发生的因素，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的轨迹太窄。那现在为什么世界的标准的轨迹是143.5？我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重新去考虑这个部分。台铁的轨迹，如果说能够扩大到143.5的，那我们的行进的一个这个车速就可以增加了。那如果车速增加，我们的班次就可以增加了，我们载客率就可以增加了，那整个营运就会增加。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要从铁道的部分去做一个检讨。好，我想未来好、哦、整个台铁才能够这个起死回生。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部长联系去做检讨？愿意，好，谢谢你。好，下一位，请李坤泽委员。谢谢主席，请林部长还有胡局长。部长，今天很多的委员对于轨道技术及验证中心都有提供相当宝贵的意见及看法。是，当然轨道技术及验证中心还是有它正面的功能，对于提升铁道的安全、扶植国内的产业以及让整个技术能量的整合，还是有它正面的功能。轨道技术的发展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大众运输网也都是一再的扩大。我一再的提醒，像纽约的地铁，它就是经过60年才形成初步的路网，
台北的捷运也是经过二三十年，还是一年一条的继续在通车，相关的规划还是非常重要。我先请教一下林部长，是对于普优马的报告你不满意，家属不满意，民众其实也不满意，因为这样一个报告啊，是罹难者跟家属的血泪啊所写成的，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那我们对于相关的政治责任，院长以及当时的部长、局长都已经下台，负起应该有的政治责任，法律的责任现在司法正在侦办当中，那相关的行政责任的惩处啊，必须啊要严格而清楚。那我们对于相关未来的铁道安全啊，更是民众也关心的一项议题。在2018年，日本就提出了相关的交通安全的白皮书，他们认为要提升相关的技术，来减少相关的交通事故。技术的提升能够让提供相关的自动刹车的一个建立，或者是让相关的故障讯号提早发送到相关的单位，能够做及早的因应，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不过我要提醒林部长，是对于台铁的安全呢、啊，其实现在都已经有三大计划在执行，我们必须要严格的去督促。对，275亿的六年行车安全改善计划，它包含相关桥梁以及危险路段的补强，或者是相关的违例平交道的处理以及相关的边坡滑动或是强风或是土石流的预警系统，都在这六年行车安全改善计划里面。另外我们前瞻计划也有台铁电务智慧化的提升计划，是它的经费也是高达134亿，对于相关的电力讯号、电讯行控中心，这个都是非常对于行车安全提升的一个重要的相关规划。是，还有全国小半径的区弯道改善计划，嗯，针对花东以及北回相关危险的这一些弯道要进行处理，它的经费更是高达500亿左右。所以这三大计划，请部长啊要严格的督促，好来保障啊我们台铁的基本的安全。那果园中心能不能成为安全的一个守门员呢？部长，我们每天啊搭乘轨道大众运输的国人非常的多。对，铁路运输啊，107年平均每日啊有63.4万人次。107年的捷运运输啊，台北捷运每天平均有209万人次，高雄的捷运107年呐、啊，只有两条而已，但是也高达17.7万人次。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么多人搭乘的安全啊，交通部要负起啊完全的一个责任啊，全力的督导。但是我们要看看近年来啊相关的非常频繁的异常的事故、一般的事故、重大的事故。我要提醒部长的是说，重大事故虽然看起来有减少，但是行车异常啊跟一般事故啊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行车异常跟一般事故啊就是形成重大事故的一个征兆，那行车的不稳定的因素啊仍然没有获得控制，甚至还有提升，这对安全啊民众的阴影还是非常的大。来请部长说明一下。啊，我想整个确实轨道运输啊是非常重要的大众运输哦，从这个搭乘的人次可以看到。那当然啊、相对来讲台铁哈、的这个事故的这个件数是比较多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一方面重新去检讨，刚刚除了委员提到的三大计划以外，人员的培训啊
我们的增补也是感谢哈贵院的支持。另外就是真正落实操作，很多的 SOP 啊老旧哦，不一定真正这个谢谢林部长，我请教一下胡局长，鬼园中心号称啊要对我们相关的铁道安全的提升啊要提出正面的相关的做法，你们的具体方针是什么？来说明一下。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对涉及到安全相关的硬体设备，按照我们所定出来的标准去做检测验证，确定了这个达到我们所定的这个安全标准之后，才会发给证明。那这个部分在用在我们的车辆系统上面，才能确保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会协助做一般的这个事故调查，不过这一部分的调查是提供硬体方面的这些资源，像刚刚讲运安会如果有需要硬体方面的这个技术资源，他会提供。第三个，他会协助对于人员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检定提供相关协助，但是他是以协助的角色来办理，所以以上主要的还是对硬体的设备。整体的轨道安全包含非常多，从开始的规划、采购以及训练、管理、维修到事故的一个相关的调查。当然事故的调查是属于后端，接下来会由运输安全委员会来做全权的一个处理，但是相关的之前的规划、管理、维修相关的技术问题啊，那轨道技术及研究中心呢，是必须要负起完全的责任。那我要请教部长跟局长，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内啊，或者是先进国家，针对啊相关的安全啊，都有轨道的专门机构。那我们台湾呢，大众运输系统当中相关领域的验证啊，其实就是缺了轨道的系统验证。像公路有车辆研究测试中心，还有车辆安全审验中心，航运有验船中心，然后航空世界各国都必须要符合美国 FAA 或欧盟 EASA 之一的相关的检验标准。那我们现在针对轨道相关产品的验证工作啊，铁道局有推动相关的轨道产业推动汇报第三次会议，就是啊由去年九月铁道局跟四系公司工研院有召开工作会议，来讨论的结果成果是怎么。来局长简单说明一下。在这个推动汇报，推动汇报在去年总共开了三次，我们现在在筹划第四次。在前面三次里头，主要我们确定了有十个关键零组件，这在书面报告都有列出来。确定这个十个关键零组件是我们将来要投入研发的方向，能够带动国内产业的参与跟技术的这个升级，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部分，我们订定了这个轻轨系统的采购指引，这一部分大概也完成了，我们准备提到下一次的推动汇报去做确认。确认完了之后，就会把这个采购指引航班到地方政府，未来地方政府推动轻轨的部分就照这个指引去做。我要提醒部长跟局长，其实在国外很多国家很早就成立相关的专门轨道研究的机构，德国1970年代就投入了铁路基础的研究，也成立了铁路系统的技术公司。日本在1986年也成立了相关的铁道总和技术研究院，韩国在1996年也成立了铁路研究所，那英国在2010年也成立了国家轨道工程技术学院。那对于未来轨道整体的发展、技术的提升、安全的保障、产业的扶植以及技术能量的整合，轨道技术及研究中心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针对委员刚才提供不同相关的宝贵意见，也极具参考，也请部长跟局长来跟委员来继续的沟通协商以及对话。好，谢谢。现在请萧美琴委员发言，萧委员发言完毕之后休息10分钟。
好，谢谢主席，请部长。请林部长。部长，普悠玛号的行政调查报告在出来之后，媒体都报道部长有所不满哦。那我想，我们多数台湾人民看了也是觉得不满哦。那当然，如果这个报告退回，你有没有设定重新检讨的一个期限呢？我有指示王国材政务次长本周内就召开会议。所以本周召开会议，那重新做一个检讨。我想这个不只是给这个受难者家属一个交代哦。当然，交代不是只有行政报告，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司法报告，还有司法的调查等等哦。但是这个家属之外，其实所有常常需要搭乘普悠玛号的台湾人民都希望这是安全的。那也希望台铁彻底的有所检讨，有所检讨之后，我们才能确保日后的行车安全。所以这个报告全国人民都在看，我们也希望交通部能够这个非常重视这个事情。那第二呢，我想呼应刚刚陈明文委员也有提到有关这个轨道距离的这件事情哦，因为这个过去早期在扁政府时期曾经有提出过。那在我们东部在新建这个北回铁路改善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几年前也有提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从现在的这个轨道算是一个载轨系统，那这个载轨系统也会影响我们所有列车采购的规格。那我们列车采购因为规格与其他国家是不同哦，所以我们的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影响到价格，也影响到进来车子整个行车的安全。那我们在北回线曾经主张能够再铺设第三轨，那这个第三轨呢的用意是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加快哦，或者是加速，其实有一点类高铁的，又或者是高速铁路的一个概念，让我们可以进来的除了现有的这个台铁的车辆之外，我们也可以新增速度更快的这个铁路来改善东部长期以来交通上不足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在几年前我曾经提出哦，但是这个后续我们因为几乎所有的经费用在我们这个铁路双轨化的这个工程当中，但是我们如果在进行这个工程的过程，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第三个轨道哦，在研议去做铺设，或者是同时来进行，其实也可以在未来长期的我们整个铁道工程改善的愿景当中，其实是能够那个事半功倍的哦。那这个部分部长的看法是如何？是啊，我想跟国际接轨啊，我想不管是技术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都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穿着衣服改衣服，所以格外困难。但是如果有清楚的政策方向，我们就可以朝这里，好、把它标准化，好、跟国际接轨。那不然的话，现在越做下去啊，你越难在未来变更。好、这个就是有点，这个会丧失这一次啊。我想整个台湾在建构轨道路网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委员们很关心的，不管上位的政策，或者这一些因为技术所涉及到的可能的安全或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交通部啊会在这个部分也纳入委员刚刚的建议哈，我们来做一个更全面的有关于轨道建设的规划那跟相关的这一些包括就是载轨的宽轨的这个未来标准化的问题。好，部长，因为我们花东铁路双轨化的工程也是要进行，那未来正在评估中的这个北宜铁路的提速计划也将会进行。如果在这些大的计划当中，先针对这些路段，因为毕竟工程也在进行，先针对这些路线优先去做第三轨道的铺设，让我们可以两种的这个这个窄轨跟宽轨哦，同时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哦，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未来整体的规划上面往前走一步。那我希望既然部长有这个企图跟愿景哦，来整体的改善，让我们的轨道能够跟国际接轨，同时提升我们行车的安全，那同时能够让未来列车的采购
也更符合国际标准，更容易，甚至价格也会更便宜。也许有人觉得我们现在轨道在重做，把它这个窄轨把它拉宽，哦，会不会更贵？但是我想这个未来在我们全面的轨道建设上面还是可以有它的经济上面的效能在，哦，所以这部分值得我们更积极的来办理，哦，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轨道建设当中我们除了我们行政院已经核定而且开始在进行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中的花东铁路双轨化的工程之外，其中有一段花莲到吉安的这个路廊的高架化，哦，这个部分也是地方期待已久。当然过去地方政府所提的这个方案，哦，也延宕了几年，几年的原因是当初他们提的改线包含整个车站的搬迁，在经济效应后来证实是不可行的。但是最近县政府又重提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照着原轨道把它高架的一个方案，那包含整个财务的规划，哦，自偿性等等的这些计划也都交给我们交通部了。那请问在这个整个计划审核上，我们能不能够跟花东铁路双轨同时来进行，哦，免得说我们改了一次可能过几年又要再把它高架化，这个工程有点重复进行，同时也影响到我们整个地方，哦，民众的期待。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来，我们请局长说明。跟委员报告，目前花莲吉安的这个高架的可行性研究从部里头已经转到铁道局，我们在审查之中。那这个审查我们看后面的程序会尽量跟县政府再保持沟通。那目标是希望如果这次可行的话，希望能够在相关的程序里头能够接到这个那个双轨电气化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子这个计划才能够衔接起来。那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跟花莲县政府跟我们自己相关的专业在进行讨论。好，我们这也是我们的期待，希望在时程上能够跟现有的花东铁路双轨化能够有所接轨，哦，那针对地方政府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它的可行性，也希望整个审查的时程能够让我们可以顺利的跟花东铁路双轨化的这个大工程能够这个来接轨，哦，那早日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对我们整个铁路高架，尤其是花莲吉安这个都会，整个花莲人口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现有的铁道把整个社区把整个城市切割成两半，那对于不管是地方的交通的顺畅度也好，安全性也好，其实整个高架对地方的发展也是大家共同的期待，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进行。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普悠玛号事件发生之后，刚刚陈厚朴委员提到这个新马段的这个改善，哦，但是我记得台铁是有盘点整个花东地区，从台北北移花东总共有三十几处有待改善的地方，那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呢？来，计划那个，我想就是啊，那个弯道的这个改善的部分哈，是不是同仁提供一下资料给委员哈？不过就新马站这个部分啊，因为六亿，然后我特别有指示同仁啊，当作最优先项目，本来可能会比较排挤啊，但我认为这个应该优先来进行。好，那这个当然要优先来进行哈，但是之前给我们的数据是总共36处哦，那其中除了人口密集涉及到可能要拆迁，如果说轨道截弯取直或者是改善的话哦，会涉及到拆迁，这个比较复杂，可以这个再有一点时间来跟居民凝聚共识之外，其他可以改善的路段还是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在新马站之外其他有几个这个弯度比较弯的地方哦，对于我们整体行车安全跟速度都是相关的，也希望能够纳入接下来的规划当中。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肖委员，现在休息十分钟。
其实这次交通部主动启动了普悠玛事故的行政责任调查，也就是除了先前行政院的行政调查，还有在进行中的司法调查，交通部在就行政责任的厘清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故发生的整个相对应应该负责的单位跟人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那也因此行政的一个程序可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这个那先前交通部台铁局的意见是比较倾向于司法调查完之后再调查但是我认为说这样子对社会来讲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我们也可以启动行政责任的调查，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也看到同仁这样子，这一次的内容先前更详细，也因此应该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就来进行行政。那未来司法责任由司法单位来研发，可是行政责任的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用最严格的标准自我检讨。那也是唯有彻底的改革，然后才可以社会的自觉。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要求要自信自夸，所以包括说现在检察官他已经这个取得了有关于一些录音或者是方面的记录，只要法律没有限制，不影响侦查不公开，我也支持同仁严厉的尽可能的来关注。是说中国电传中心它主要领导说我们有交通部也有代表，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说这个办理同时打击好他有了这个，那当然对我们不认为应该代表我们去代表中国电传中心在办理，因为这个需要有机会来尊重，只是我想这是连带的，如果说他的行政责任是老师应该就不能够代表交通部在这代理交通就像这样
他是党团的啦。
继续开会，现在请中孔少委员发言。蒋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请林部长。还有在座的各位行政官员，大家好，部长好，还有主席好，主席，有一个请求，因为我比较少来交通委员会，所以特别准许我多发言两分钟，可以吗？好，一切尽在不言中，好不好？谢谢主席，部长，我想我们今天针对财产法人的一个轨道的技术。包括研究跟它的验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设置的相关的一个条例的一个草案，做交通跟司法的一个联席会。那这个联席会当然很多的委员也针对部长昨天对于交通部所做的一个普悠玛号的一个检讨报告相关的也提出了相关的质疑。那我大概就不针对这一部分再继续请教部长。我想就教育部长的大概就是。部长，如果我讲完之后你再回应也没有关系，好，或者说我讲完之后你要再给我书面资料也没有关系，好，是，我想针对于铁道技术的一个轨道中心大家一直讲到轨道这两个字其实会有认为说轨道就不过就是我们一直平常讲的钢轨，或者我们所谓提出来的像是轨道这两个词民众的感觉上说有必要设置这个轨道技术中心所以这个轨道这个一词，其实我们也知道轨道多年来包括在106年，我记得交通委员会也针对这个议题也讨论过，当时也针对部长也提过相关的一些的询问当时也认为说台湾的铁路的一个国产化的技术确实有提升的一个空间，虽然台湾的中小企业它相对的它的研发也好它的技术的能量也好，刚刚部长也特别提到尤其是我们的精密工业非常的进步也非常的强大，但是相对的产业链的一个横向的联系跟垂直的整合尚有不足，所以为了这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在产业链能够相对的做一个结合，对，不管它的横向跟垂直的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才有需要设立这个财产法人的一个轨道技术研究，包括它的一个验证中心，所以有它设立的必要性，是吧？对，所以但是从中心我刚刚特别提到这轨道两个字对于交通运输业者或者相关的从业人员，他可能对于轨道技术一词而言是为了中心的业务包含了我们一直讲的包括捷运、轻轨、高铁等事业，不是只有单单指钢轨或古道而已，因为一般我们讲到轨道想到的就是那两条钢轨或者那个轨道运输就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一个其实不是嘛如果依照您的报告书里面换到换言之后用你的条文去看，你会认为说这个轨道不是指我们一般民众大家要去理解了解的，就是指那个钢轨或者我们讲的古道所以有必要
去做一个说明了哈，是让民众去了解为什么政府要设这个必要性，它的必要性不是只有那两条轨道而已哈，啊，不然你这名称叫做轨道技术研究中心，啊，一般民众这两条轨道哪有什么好研究的？跟委员报告，应该讲轨道运输，它是一种交通，而且未来哈，甚至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是智慧制造，所以你包括对那个轨道技术两个字前面要加个运输两个字，才能够。事实上是对，没有，它是一个系统，它不是那两条线哈，叫做轨道。不然卫星也是一个轨道，是哦，对。那行星轨道，甚至人家讲的死亡轨道，通通都是轨道。那到底这个轨道到底是要技术中，是台湾要发展卫星的技术吗？是，感谢委员的提醒哈。啊，确实啊，如果有引起这个误会哈，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名称啊，来再加以检视？是要让民众来理解了哈，不然大家又会以为啊，又是乱花钱的一个机构。嗯，这个机构的设立啊，两条轨道啊，会让民众有所误解。我想这一部分可能部长接续下来，如果我们真的设立，可能就要让民众去了解。其实我们这个是包括更多的一个产业链，包括我们的轨迹证证验中心啊，为什么要成立？它有它的目的性嘛？是啊。如果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去参考啊，我想就叫部长，就是我们如果去参考韩国，因为我看你的报告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不管是美国、日本、韩国，他们都已经成立了。对。那如果对照韩国，我们不要跟日本比了哈。我们的轨道很多，本来就是很多，包括我们的车厢、车节，包括一些的电机，可能来自德国，可能来自日本。好，那从韩国的例子来看，它有32%的研发的预算是来自政府，那也有62%是来自政府具体研发的专案。包括轨道技术研发的一个工业的一个研究基金，那其余6%大概就是所谓的 KR 检验及验收的一个收益了哈。所以也有相关的委员也特别提出哈，如果参考国外的案例，那就要就教于部长相关的官员，如果只有透过中心的一个验证的服务，能不能支应后续的一个营运的一个费用？是否尚有其他的营运获得一个财务的计划，才能够达到收支的一个平衡？那要达到这个收支的平衡，就我知道之前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报告里面并没有提出裁员部分，也没有评估过提出未来相关的产业链所能够提出多少的一个产值。也就是说刚刚有甚多的委员啊，在垂询部长的时候也特别提问过，相关的这些的产业链所衍生出来的产值，或者未来的整个的轨道的一个啊运输的一个计划，未来的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到底能够带动多少的就业机会，哦，或者能够让更多的其他一些相关的案例能够提供出来，能够让更多的委员或相关的市民朋友、全国的民众也能够了解。是，我想委员提到一个重点哈，除了我们财务计划里面，我们讲直接的收入哈，或来自于使用者付费、技术服务，来自于票箱的固定的这些收入，那我们的比例了哈，有时候会分配嘛。其实，在对产业带动的效应啊，包括可能就业啊，这个的估计啊。确实哈，我也觉得比较不足。好，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技术跟人才哈，未来那透过标准化哦，我们的认证是可以带动整个庞大的未来的生产制造。这个后端的，我知道一个这个后续的哈，是不是部长可以给我们相关的委员会啊一个书面资料，也就把相关的一些的评估的一些的报告。包括产值，我刚刚包括创造就业工作的机会，也能够提出一些的包括书面资料，因为时间上我想就这十大设备的仪器跟相关的零组件哈，我们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比较快的掌握相关的可能产业啊。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预算书里面特别提到第4条草案中
第四条第二项，其实它基本上就排除了依善法二十六条所谓的政府大宗的动产、不动产买卖或交换，遵循依据我们预算法所谓的预算程序为之啊。但是我们在条文里面却排除掉了，所以针对这个体系，这两个体系的两法的关系，政府应该是指交通部，所以排除之后呢，那管理机关对于大宗的一个动产、不动产的买卖交换，是不是就不受预算程序进行外部控制，是这样吗？我想时间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让部长或者相关局长这些做回应哈。你可以会后给我一些的书面相关，就我刚刚的一个询问哈。另外一个，我们对于刚刚部长特别提到哈，我们未来的一个产业链，不管在垂直或者产业链的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所以基本上我在这边要跟部长，我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产学合作。对，没有错。你没有产学合作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带动相关的产业链啊，确实。相对的有这些的产学的合作，让这些未来要就学的这些学生，他知道未来台湾的产业有一个趋势的一个发展，他可以选择相关的科系，对他未来的就业才会有所帮助。是，所以这个产学的合作哦，也就是强化我们的技能的一个提升，否则未来我们要面对的人才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们欠缺这些的人才，我们虽然有这些设备，我们有这些的研究，是我们相关的仪器这些都有，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人才的进入。所以在教育部方面，也有跟我们未来相关的计划，我会推动产学研的合作，尤其是人才的培育。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拜托部长。好，我想要跟教育部一起做合作。最后一项我还是要再特别提醒部长，我们在草案中的一个条文的规定，其实跟是不是可以适用了，我建议适用财产法人法的第五十一条，才能够发挥他的所谓的监督的机制，因为你的对于董事跟监察人的消极的资格问题了，否则你就没有办法一个定一个消极的一个资格方式，你就没有办法强化他的监督的机制。所以是不是部长是不是可以用，既然是财产法人，因为我没有办法多的时间跟部长去研议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但是最起码透过财产法人第五十一条，用发挥监制的一个机制的，最起码对我们成立这一个中心才有它的意义，好不 好我们会纳入。 好，谢谢主席，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总委员的发言。现在请陈树业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部长。请部长。部长早。委员早。今天委员会审查这个轨道技术研究中心的这个设置条例草案哈。那我们知道行政院在106年3月22号来核定的就是要推动成立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哈。那这个经费我们也在前瞻基础建设这个特别预算里面有预计投入了41.66亿元的这个经费哈，来做硬体及硬体设施的一个新建嘛哈。那我们在规划报告里面也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成立这个轨道技术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要仿照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哈，要成立国家级的轨道技术专责机构，来担任交通部在轨道产业发展的技术幕僚。那我先请教部长，就是我们在这个轨道产业发展的技术幕僚，我知道我们目前就有很多的单位是我们这相关的这个技术幕僚，
那我们还有需要再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吗？是，是有需要哈，就是说整合了哈。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这一些单位没有发挥的功能啊，因为有关于技术研究跟验证，涉及到整个仪器设备哈，还有人才哈这些那我相信这个是在包括定未来的国家标准啊，或各种的轨道系统的采购的指南，好，都需要有一个不只是人才的技术研究，其实它还是要有个场域，好，去做检测验证，好，那这些机器设备也都必须要符合我们轨道所发展所需要的。所以我想并不是说把旧的凑起来而已，它有新的很大的。我想比较大的一个疑虑就是说，我们未来还需要投入这么大的经费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专责机构吗？相对于我们轨道建设动辄百亿千亿啊，用41亿哈来建置这个大脑，好，来进行技术验证，还有标准化，好，以及人才的培育。其实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身体啊手脚很大，但是那个头脑啊，尤其是在定未来的规格，好，那个对于整个产业发展、人才的培育，好，都非常的重要。是，那我们现在在前瞻基础特别预算里面，就是已经预计要投入41.66亿元哈，作为这个硬体设施的这个新建。那未来就是说，在资产建设或者是营运方面，我们政府还要再继续投入经费吗？因为它本身也是跟产业合作哈，所以在这方面，我想财务计划还有未来的这个相关的经费哈，当然我们希望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啊，那也会有一些技术服务啊，或者是这个由营运机构提拨的票箱收入的固定比例，所以它的营运模式怎么样能够做到自给自足是我们的目标。那当然初期在发展的时候必须政府挹注资源嘛，包括它的这一个中心设备啊，那相关的人才培育，可是它的长期发展应该是由这个产业啊，如果来提供，好，它可以呢有很多有一些收入啊，来自给自足。刚刚部长提到就是验证收入啦，或者是技术服务啦哈，可是这些收入到底好能够有多少的这个经费，能不能足以来支撑它的营运？这部分我们有做一个确实的一个评估吗？有。就是轨源中心计划，好，就在我们这个财团法人之外，我们包括已经召开多次的一个轨道产业推动的汇报已经有针对这个部分财务试算有一些这个已经有做这方面的试算了哈。那当然，它本身未来如果能够结合产业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规划的方向。那政府的挹注有一部分可能还是需要不过最少是这个中心的建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草案这个设施条例草案里面有关这个经费的部分我们是有列了罗列了 五个项目嘛哈，那包括说有这个国内外公司机构团体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捐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比例的一个限制？是不是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民间或者是财团的一个捐助高过于政府的捐助比例，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形？我们希望当然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就是我们政府设立了这个中心之后，它能够自给自足。那由如果捐赠应该是捐赠的比例高过政府捐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我请局长说一下，在监督的这个立场上，我们是不是会失去主导性？跟委员报告，我知道委员所关心的一个事情，因为这到底是公社财团法人受交通部指挥监督，如果捐助的比例过大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件事情？就像刚刚部长所说的，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维持这些相关董事相关的运作，而且是在交通部的监督之下来去运作。那至于这个比例，我觉得在实际上运作之后，如果真的有发生今天捐助的一点太高的话，那这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纳作考虑。不过现阶段来讲，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做任何的限制。是，好，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
轨道产业哈，也不是一个热门的一个产业了哈。你看，尤其我们这个整个台湾目前来讲，我想也是未来这个发展的空间应该也是有限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再加上就是说，刚刚部长有提到说是要整合各个单位的这个能量嘛哈。那我们有看到，事实上在目前。有验证能力的，在政府机关内或者是民间部分，都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那这些单位，他们也都是有办理轨道先进技术引进或者是轨道产品的验证等等了哈。所以这一些他们所从事的业务范围，跟我们未来轨道技术研究中心事实上都有重叠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会不会造成说与民间业者争利这样子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互相排挤的一个状况？哎，报告委员，在这个荧幕上所列的这五个单位，基本上就像委员所说的，他们都有从事相关轨道一部分零组件的这个验证。可是，在我们的报告里头有特别说明，今天这五个单位都是我们要结合起来。他的验证的能量，如果他今天有很稳定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验证能量，我们就不会再去做投资去跟他去做这种竞争，不会跟他做同样的，对，反而是要做他没有的部分，把整个把它结合起来，让它成为一个整体的力量来去处理。基本上这是我们设立中心的一个作业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在这五个单位哈，在甚至包括民间的这个中华轨道车辆工业发展协会之外，他们不足的部分我们来加强。好，那这部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空间？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哈。我举例来说，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一家产业，比如他就是做这个轨道车辆座椅的部分，实际上他就碰到很大的一个障碍。实际上他跑了很多，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最后虽然获得了高铁的采用，但是也是经过很痛苦的一段过程。类似像这种东西，我们认为轨道中心还是可以提供很多协助，在很多方面。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目前就是因为这个前瞻基础特别预算哈通过之后，那在地方有很多包括这个台中绿线呐、啊，这台中捷运，还有这个绿线延伸到彰化，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轨道建设，事实上都已经开始在启动了。那我们这个轨道技术研究中心现在才要成立，这样配合得上这样子的一个建设脚步吗？跟委员报告，这个部长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其实现在设立中心相对来讲已经太晚了。不过，即使我们看未来，不能只看现在我们在推的这些计划而已，因为每一个计划它都要去做营运维修几十年，那非常非常久远的部分。将来的营运维修，现在即使做不到我们国产化，将来的营运维修我们希望能够把国产化的比例加大。比如我举个例子，高铁公司虽然全部都是进口，它现在新的车子已经用了台湾的座椅，它的营运维修现在国产化已经达到30%，那我们希望这个比例会持续下去，就能够带动整个国内的轨道产业链。是，好，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轨道技术研究中心的成立哈，真的能够带动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荣景哈跟发展哈。好，谢谢。现在请郑运鹏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再麻烦一下林部长好吗？请林部长。哎，部长好。委员好。刚刚发现您来，所以我特别来咨询一下。已经一年没有在交通委员会出现了哦。那今天跟你讨论一个观念题啊，那不是谈轨道，谈网路的计程车的这些台湾的生态跟系统。是。那希望说，部长，你也有地方首长的经验，我相信你会比较理解我的需求、我的看法了。好，来，好，部长，这个是2016年11月，2年半以前我的质询。那个时候
Uber 的问题，大家整个政府已经搞了四五年了，在想怎么解套。那那个时候我的说法，我的观察就是说，台湾的土狗队怎么跟美国这种660亿美金的独角兽对抗啊？好，我的观念是这样。所以部长，我给你参考的是说，刚刚那一张哈，那现在这个是两年多以前的市值，我不晓得现在 Uber 是多少，我就用旧资料。但是这个土狗队现在还在 ，Uber 现在也还在，只是在我们公路法修正之后，它用另外一种形式在台湾哈。那我要跟部长报告是说，它这个生态，如果我们台湾政府没有一个新的做法去协助我们台湾的计程车业的话，可能这个生态会一直维持下去。好，那 Uber 它的做法，当然在全世界各，包含它的发源地美国啦，都有很多的争议啦，各城市各州之间不一样。但是我们台湾是不是在这个用手机网络在叫车的，我们还是要维持这个状况，可以请部长参考。好，部长你看一下哈，2016年10月25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拿这个新闻来质询，那时候计程车客运联合会的王明雄常务理事，他说，那个时代啊，说政府拿 Uber 没办法哦，当然后来就处理了。他们想要推动一个全国版的计程车 APP， 去整合这个8万多人。到现在为止，我相信他们没有整合成功，似乎政府也没有一个方法让他们去整合。那我认为这整合的方向还是有必要的。这个常务理王常务理事他们是站在他们自己是从业人员的角度哈，然后来做这个呼吁。我觉得到现在还应该是合理的方向。我丢你看一下哈，今天早上我特别再搜寻一次。那下一张，如果以外国人的角度、外国人身份，你去查台湾 taxi 的话哈，那这样避免我查台湾是因为避免掉其他国家的进来，然后因为有时候包含香港、日本都跑进来，你可以看到还是一堆土狗队，还是土狗。如果外国人来就用英文合理哈，好，然后再来。那如果用台北跟 taxi 去查的话，会减少一点，这会比较在地。所以部长这个没有错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查询过。是，好，我去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看日本。如果你到日本去查询的话，一样是外国人。第一张那个，第一张哈，如果你在日本查询 taxi 的话，那会它会出现的。其实来转到第一张好不好？部长你看一下哈，不好意思，你去在日本查的时候，它其实出现的就很单纯，刚刚能 A 啦。两个选项，再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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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出现两个，两年多以前跟现在其实是一样的哈。它一个叫做好，我丢你款哈，我把它圈起来了哈。Uber 归 Uber，Uber 在日本很少。好，那它就只有一个，看图就比较清楚，几列 OA 啊，几列一个是车子的了哈，就是 Japan Taxi 跟那个 Tokyo No Taxi 哈，大概就这两个。那有的是给司机用的，那是有的是给那个乘客用的哈，大概是这样。所以日本它就变成很单纯两大平台，是。那所以我是建议台湾哈，如果我们再放着这样子让各车队各自去发展的话，你去看来再往下哈，就会变成什么结果？我们在台北当然方便，你到桃园找的会有桃园的计程车，在台中可能会有台中自己的车队，好，虽然我不认识。所以你对于国内旅游的人来说，来部长你看一下这个，我用中文查计程车，里面也有我们桃园。很品质很好的新梅计程车队，哦，皇冠啊，大文山啊，这个都有在地性嘛。你身为一个外国旅客，你不能来到一个国家之后，哇，一堆 APP， 我要用哪一个？我只好用最大的那个 Uber。如果你是台湾的观光客，台湾国内旅游，你不可能到每个县市去用每一个软体嘛。所以这对于在地的计程车业者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跟那种最大品牌竞争。所以在这边，部长，我还是跟您报告一下，现在连两年前没有的东西，现在也出现了，就是在 LINE 上面哈，他做到他有一个叫 Taxi Go， 在 LINE 上面是独家，那他也去整合计程车业者，好，也是小黄了，所以会变成说，如果以部长将心比心，你去别的国家要坐计程车的话，你觉得看到一堆，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择我在台湾就认识的那个品牌，你不会去在地选那个哦，桃园一个、台北一个、台中一个。所以部长，我还是请你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好，在 LINE 上面，它其实我认为它未来的普及率会比较高哦，尤其在外国观光客，它的 Taxi Go 提供了中英日三个界面，在台湾的车队可能他们用自己自建的话，不会有人花那么大的成本了。所以是不是我回到两年多以前的这个建议哦？交通部这边还是要思考说，我们能不能协助业者来做？让它变两三个，跟你不能差不多，
哦，这样的形态。那但是你就必须要在这个轿车平台上面，你去突破车队或车行，让司机借由这个共同平台，他可以得到更多媒合的机会。啊，你司机也探紧，他也愿意加入。那所以日本那一套我们应该可以参考的，不然的话照这个趋势下去，我相信那种最大品牌永远有优势了。我就这个观念，赶紧跟你交换一下意见，希望你再研究一下。多元计程车方，我知道得来不易，我们有我们自己原来计程车的生态，但是要去突破它，你如果放着台湾土狗队继续做下去，永远过半年过一年，大家就又来一次叫交通部要解决了，好不好？我就最后你参扣。好，那部长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或者现在交通部要怎么做？是，感谢委员哈。计程车跟 Uber 是竞合关系，它都必须要提高服务品质。嗯，所以。以客为尊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啊计程车跟 Uber 有一个好的竞争环境嘛？嗯，那 Uber 它是一个资讯平台，它在全世界有优势，它好用，它真的是就是是不只是叫计程车，它有各种的服务在整合嘛。那现在刚刚委员讲的，就是在计程车这部分，我们要协助它，对，好，能够提升服务品质，资讯整合未来的这一个。系统如果能够简单好用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不是说我们抑制 Uber 的发展，最重要是要怎么样让计程车发展起来。那本来的业者要自计程车从业人员要自己起来嘛，所以部长跟你报告就是说土狗队各自开发各自的，绝对没有办法跟那种国际品牌去达到相同的那个软体水准。是，可是刚部长你讲的服务品质是坐上车子那个实体感觉，对不对？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嘛，你有评价制度现在都有了啦，他自然说车子服务态度也好，车子的环境也好，就要提升嘛。但是我讲的是软体这个环境，就是说现在还是现在困境还是在于说，如果你不是那个车队或车行，你不能够跟计程车司机去收费啊，那你怎么整合？我各自的车队你就没办法整合在一个大家一起叫。日本的那个状况就是我帮你整合的车队，所以你在去叫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是哪一个车队的，然后下面有司机，这个提供交通部参考。我同意这个方向，这个因为计程车里面又非常差异性又很大，从很多好的车队到个别的哈，有些根本就没有资讯服平台啊叫车的，那我们怎么样逐步叫帮忙他整合？以台湾大车队，比如说他自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市场，那他的服务品质就。相当有竞争，那但其他有些没加入的，我们必须要协助，现在非常的凌乱啊，那而且差异性太大，那这个方面我支持啊。如果没有从商业机制上面去整合的话，真的就是永远是土狗队，然后一两个会大，但是其他也不可能分散，就变成说你到各县市去下载各县市的，部长这样品质不会好，是，所以麻烦交通部再研究看看，现在跟两年前大家对于这个 Uber 或者计程车的环境那个诉求又不一样。对，所以我不敢说今天就要求部交部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如果你长期不去解决这种一堆 APP 跟一个 APP 的这种竞争的话，因万三天两头就来要交通部处理了，好不好？这个你再思考一下。好，谢谢部长。现在请许淑华委员发言。有请林部长。请林部长。部长，我想普悠玛的事件，因为也影响了民众对于台铁的一个整个的信任度，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疑虑的还是有待理清啊。那尤其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因为从普悠玛的事件到现在五个月了嘛，哈。那部长您在二月中的时候也就启动了一个叫做事故责任调查，哈，要求我们台铁要来进行内部的所有的相关的检讨。那么因为这份的报告呢，我们可以从媒体上看到说部长是非常的震怒。那听说据了解是因为。原本的这份报告交上来的就是旧有的那份资料，这是让你非常生气的原因。我跟委员澄清一下，不是这样，他是花了很多心思啊，有很多新的资料，所以我认为相对的惩处并没有反映出来。
OK， 所以就是是有一份重新再检讨过的，就是在你要求之后有一个新的报告，只是你对于这份的内容，包括惩处的范围不够满意，是这样的？应该说它的内容已经比先前的行政院的行政调查，它又补充了有关于事故责任，也就是说，你调查完之后，那个问题是相关的人啊，跟单位是谁？这个连结啊，先前在行政院调查没有，我们交通部的调查有，那未来的司法调查也一定会去连结嘛。那我们行政部门先来做这个事故责任的厘清。那部长，那您在不高兴的是哪一个部分？您说媒体传说你有震怒，您觉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是哪一个？对于前后三个局长，那么两位局长是记过，一位局长是记大过。人事的处分不满意这个惩处我认为社会没办法接受。了解，好，就是说确实啦，因为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交通部要检讨的问题，我们还要顾及很多家属的感受的问题，还有社会大众的观感问题。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相信在您在又表达你的意见之后，惩处部分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在检讨，应该会很快的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方式。也希望就是说各部会不要在您交代下去的事情呢，不要说因为你表达了震怒，然后他们大家才又积极的动作，这是我要讲的哈。我跟人事报告一下，既然我们交通部主动去做了这一个事故的行政责任调查，那么辛苦，我也肯定同仁。那你相对应的惩处没有反应嘛？那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同仁先前会有顾虑？因为司法调查还没有出来，他怕行政调查太详细，或去惩处会作为司法调查的证据。是。可是我已经问过很多法律专家，大家认为这可以是分开的，所以我觉得交通部要表达自己检讨，改革的一个这种决心。是。所以这个事故责任的厘清的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很也。就是也感受到部长您上来之后，你这种积极想要去推动这样的决心，还是继续的保持下去哈。好，那部长我跟你探讨，就是说这件事情之后呢，行政院它有成立的一个，就是由院级的主导的台铁大体检的专案小组嘛哈。那这个小组里头呢，它就列出了144项应该要改善的工作内容，那其中呢有33项是优先要改善的，所以你想优先事项要改善就33项，可是我们里面里头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做不同的整个的一个大翻修了哈。那好，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资料看到，2014年到2018年不到5年，我们就发生了2000多起的这火车，就是包括这铁路异常的现象。那几乎也是说一天就会1.5件异常的现象会出现，这数字其实是非常的惊人的。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交通部你有要求台铁要改善，那台铁这边的改善措施就是说，双驾驶，然后买红背心，包括呢就是截弯取直。好，那截弯取直有很多的委员，包括台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截弯取直有很多的学者，包括铁路的专家，还有我们的鉴定小组，并没有把33项优先要改善的作为它是一个你首先要改善的一个项目。所以因为我上网没有看到这33项改善的内容了哈，所以我要了解是截弯取直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应该要去改善的，如果有的话弯道改善，那现在看起来是说截弯取直嘛哈，那所以就说没有，有些没有办法直啊，它就是弯道的那个半径啊，怎么样能够更符合安全系数。好，那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33项的改善的内容，不过我们从这个书面上看到的是这样，就是说那个33项是行政院经过这样的一个体检之后就是已经报到行政院就是进行核定之后就会公布。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很多人认为说，不管说是用截弯的或者是弯道改善，那他认为是一个需要的，但是好像是我们的小组并没有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个已经有反映在我们现在的预算，有这个计划在进行中。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台铁感觉上他认为需要的跟我们小组呈现出来会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要去厘清说为什么两个单位看起来的结果是不同的，好像他们认为应该着重的重点不太一样。那当然部长您这边有解释，不管我们是未来从预算上面怎么去做一个改善嘛，总之既然花了钱也请了专家学者来做检讨，那跟台铁当然理出来的跟他的专业的看法照理讲应该是要一致的哈。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在讲台铁的财务状况是实际上是大家都知道非常这是老问题的，那
台铁的周边商品其实也卖得不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负债就是那么的高哦，已经达到快1000亿了。那现在因为整个的人力精简，从早期的23000多人一直降到现在才10000多人嘛，那车子很多还是老旧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不过去年因为台铁呢就花了7900万。好，去把观光列车重新去做一个整修啦，然后餐车啊等等的，不是说花在观光列车不好，而是说现在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整个台铁的人力还有我们车子的老旧是我们优先要处理的。那我们把这个花在观光上面，到底是不是一个当务之急？或者是部长，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看法？未来应该怎么样？观光上面不是说不重视，而是说现在很多财政拮据，而且我们有很多优先要改善，那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在这上头 是不是 我想分几部分跟委员报告，有关于、台铁这个安全的部分，我们是有三个计划，也有编列预算、要推动，包括行车安全、电务智慧化跟这个弯道改善、这个是、一部分。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列车有一些要更新、有个采购那个目前也已经有已经绝标了嘛这个再来就是说前瞻计划里面的相关的这些预算项目这几个部分。那你刚刚提到说台铁的财务，我也必须要为台铁说一句话，它承载了过去很多历史留下来的这些债务跟公共运输服务的责任。所以我是认为台铁的事不应该只是台铁来解决，没错，应该提升到行政院。所以我也具体的建议，在台行政院的那个行政调查，也就是那个报告出来之后，要再成立一个就是台铁改善，台铁改革的推动的一个小组。那就财务面，就后续的整个台湾轨道发展来拟定一个行政院的政策。不然的话把这个问题丢给台铁，比如说他的过去承载的包括对军方对于像老人对非常多的这种功能的那这个应该把这个呆账能够打掉。好，他的土地未来的利用怎么样活化大家每个地方都希望把台铁变成古迹或历史建筑，因为台铁很有历史，动辄50年以上，它动弹不得。是，我觉得社会应该要整体的来帮忙台铁做一次性财务的改善，是让它在好的开始里面，未来可以来做更好的服务。对，部长，我们今天并不是指责台铁哪里做得不够好，而是我刚刚指出，就是它的财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当然有它非常沉疴的一些的过去的历史背景，所以我刚刚讲的，我要跟部长提醒的，部长你自己也说了，就是这不是台铁本身的问题了，就是你真的要把从改革面上来看的话，你交通部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行政院这个层级一定要着手去做，否则的话，光靠台铁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改善目前的状况的。所以既然部长您刚刚也特别提到台铁的状况，我也很感谢你自己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台铁现在的状况，不是只有你指示他怎么去改善他就能够做到的问题，所以更希望部长在接下来就能够如你所说的，请行政院也能够加快脚步去改善台铁现有的状况。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请周春明委员不在，现在请童慧珍委员不在。现在请钟嘉宾委员不在。现在请刘世芳委员不在。现在请黄昭顺委员不在。现在请何新存委员不在。现在请邱志伟委员不在。现在请蒋乃馨委员不在。现在请孔文吉委员不在。现在请吕玉玲委员不在。现在请蔡逸瑜委员不在。现在请许玉仁委员不在。现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现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在请陈雪生委员发言。
好，谢谢赵伟，是不是请部长？谢谢。请林部长。部长早哈。好，委员好。哎，我接续昨天在总咨询啊，执行院长的时候，还有部长的时候啊，是这个有关马祖几条船的事情哈、啊。嗯。那么，肉肉史上史下3000吨以上的船呢、啊？大概总建造经费11.2亿哈、哦。那么11.2亿呢？据我们了解啊，3000吨以上跟4500吨呢、啊，它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哈、哦。嗯。那么这个期程呢，交通部要在这个月底啊，一定要把送出这个会议要完成，审查会议要完成，完成呢才能送到国发会。那么4月15号以前呢，国发会开这个会也要完成，然后才能上109年的预算。因为昨天时间上有限啊，是说的还不够清楚哈、哦，所以这个会议很重要。是不是拜托部长，在月底以前一定把这个工作完成，可以吗？好，我们来努力哈、哦。那我也会请我们交通部啊，那个这个行政司了哈、哦，来督导这个事情啊。我刚才有请黄次长啊，在我办公室哈、啊，是也就这个事情协调。黄次长已经答应我哈、啊，因为可能月底这个会议他主持，如果部长没主持，他主持。好，那个希望把这个事情把它完成，是好不好？他也问过我说，跟国发会美玲主委那边有没有联系？我说我也联系，也希望你们交通部啊，跟国发会部长昨天也答应我嘛，对，跟他们做一个横向的联系，好不好？嗯，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台马轮的这个延寿计划，延寿计划这个案很像过了哈，很像过了，不，部长回去再了解一下好不好？是，因为这个延寿计划很重要，这个肉肉新船呢、啊，要4年的时间，嗯，不是买船，不是买汽车啊，嗯，今天看了车，明天就可以买回来了，不是这样，量身定做，嘿，所以要4年时间，这个部长也协助我一下好不好？好，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好，我们言归正传哈，今天的主题啊，我是说国内的产业哈，因为国家资源有限，并不一定每一项，都要去投入发展了哈，而是要选定我们产业这个强项或是比较适宜的项目来做了哈，那么集中投入有限的资源，才能够产生这个最大的效益嘛，对不对？对，那目前轨道产业，我们也配合前瞻基础建设，大概41.67亿的特别预算，建置国家级的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好、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轨研中心哈、啊，一个法人机构。但是我们所知啊，目前很多的有关轨道工业检测嘞，这个工作很多的法人机构在协助国内营运机构执行维修备品开发还有检测的工作，那为什么还要投入经费来建置轨研中心？是不是请部长，如果您不清楚，是不是请胡局长来答复也可以？好吧，好，我是清楚了，不过我想请局长回答。好，那么请胡局长回答我好吧。陈委员好，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法人或者相关的研究中心，在过去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分别拜会过，包括中科院、工研院、车测中心、金属中心等等，这些我们都拜会过，然后也透过我们几次推动汇报的了解，这些营运单位虽然刚刚委员所提的是说他们对于检测验证有分别送到这些单位去做这个验证，但是这些验证单位的相关的设备都不是专为轨道产业所采购或者去做的事情，只是在他们有类似的状况，举例来说，一家现在已经在高铁车辆上使用的座椅，一家台湾的厂商，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现在高铁车辆上面，可是他在开发这座椅的时候，因为高铁原来的座椅是日本的，所以他就用日本的那个标准来要求说，你如果通过这些检测验证，我就可以采纳。为了要取得这些检测验证，他总共要求接近1000多项的
1000多项这个检测，结果有部分的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在国内或者在台湾去做，他还得跑到把那些东西送到日本去做，这些东西我就增加了这个成本，也会影响到我们国内厂商投入到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我们经过这些访谈之后，我们希望将来的这个鬼岩中心所做的检测验证，不要跟刚刚谈的这些单位的一些检测的设备去重复。如果它能够提供固定稳定的这个检测验证能量，我们就不需要再做投资。而我们现在要做投资的是他们那边没有的，能够带国内的轨道产业能够让它技术升级，甚至能够升级到跟国际上同样的标准，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么你们这个鬼岩中心啊成立以后，跟这个目前的哈这些法人机构的这些已经成立的这些单位哈，你有什么竞合关系呢？会不会你这个中心成立以后，有重叠性哈？因为早上很多委员在质疑这一方面的问题的哈，他有没有这个必要哈？你不要形成国家资源的一个浪费，是不是？这里面的竞合关系大概是怎么回事？基本上我前面的说明就是说，现有的这些法人机构，如果对轨道产业所需要的一些设备的检测验证，它如果提供这个稳定的这个资源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做投资。所以相对我们对于将来提出来这些产业或者营运单位所提出来的这些服务，如果现有单位能够做，我们就不做。即使将来鬼岩中心成立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在现在我们都跟这些相关法人机构建立了一个作业的平台，我们大家都采取合作的方式，基本上目标就是能够让国内的产业能够在技术面或者它的产品能够得到最大的这个资源。是的，部长局长哈，是不是我补充一下哈？好，我想可以从一个策略联盟的角度来看哈，大家分工合作，那一定要整合起来的时候是一条龙，因为你任何的这个技术或是去验证少了一块啊，好，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好让人就是可以预期未来啊，好，他政府要提供的服务就这个，他每一个要投资的人都要特别去克服这些技术跟验证的问题，他一想到头就痛了。所以可是台湾有非常好的轨道产业哦，你看我们的汽车航太还有我们自行车所有都可以生产，尤其是精密机械工具机这些智慧制造现在都在发展，那我觉得轨道花那么多钱当然前瞻就数千亿啊，可是我们却缺乏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验证的很好的一个支持系统。所以我要恳请也是委员们，我知道这个事情有需要做非常谨慎也要做好各方面的配套，但我还是很期待能够大家能够让我们尽快来成立，谢谢。好，谢谢部长跟局长的说明哈。你刚才所讲的策略联盟啊，这是非常好的哈。你可以不要重复哈，不要重复浪费资源，截长补短哈。他们做不到的，那么我们成立的这个公司呢，成立的这个轨道中心，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好，你如果重复的话，你不要把这些私人的这些法人机构把它消灭。去壮大你，这是不需要的哈。能够有一个竞合关系，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我觉得是好事，好吧？那谢谢部长跟局长的说明，谢谢。谢谢。现在请由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晚安，大家好。主席，有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林部长？请林部长。林部长好，哎，委员好，好久不见。哎，我们知道说，虽然今天是要审查这个
就是组织法哈。但是我想这里想要请教的，就最近呢时常发生人行道的这个被撞死，行人被撞的这个事件。那我们记得呢，从小到大几乎我们的宣传都是你要马路如虎口，好，那行人要走在人行道上，你就会很安全。结果现在是发现你走在人行道上其实是不安全的，而且你可能被撞，而且发现呢，就是啊，这个一年呢，哈，这个平均呢，这个被撞死呢到11个人，那被死那个撞伤的呢在上百人哈。所以在这里呢，就牵涉到就是说，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设计上面，我们通常就是在十字路口，然后有人行道，那同时这个不管这个所有的车辆都要左右转。固然说有些可能有分说好左转右转，可是事实上，当你行人走在人行道上，在斑马线上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你看着是前面，但是事实上你的右边可能还是会有车子过来啊。那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左转或是这个右转的车子，因此在这里其实一方面当然就说宣导这个行人，你走在斑马线上不一定就是安全，所以你还是要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车子，这是一个。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硬体的设计，那这些硬体的设计的不当的话，真的就会造成很多的死角。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政府也说好，那要这个大型车哈，强制大客车要配备所谓的行车视野的辅助系统。可是你这个大型车的这个辅助系统，事实上不同的车辆它有各种不同的辅助系统，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像这个低底盘的公车跟仪表板过大的这个公车，你装的这个辅助系统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的死角，它根本看不见？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是说，我想司机是最清楚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多听听司机各种不同的车种的司机，他们觉得他们在哪一个点上事实上是死角是看不见的，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去改善，就是在这个就是车子的这个配备上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马路的一个设计，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像说英国他们这个马路的设计，它不会是行人跟车辆抢道，因为我们看到说就在十字路口上，那所有车子人也要走，车子也要走，那全部呢就是在那个一个瞬间，所以每一个人又要看车子，又要看前方，车子也要看前方，看左右，真的是非常，而且都是在非常的短的时间，一瞬之间，所有的车祸都是在一瞬之间发生的。因此呢，我们来看看说，好，在英国，第一个他把这个所谓的人行道就不会让你一次就穿过了马路了，他把你分成两阶段，中间设的横隔岛，所以呢，你第一阶段你必须要先走到中间，然后呢，一个一字形呢，你再走过去，固然可能是比较不方便，你不能够一通到底。可是事实上为了人身的安全，事实上你就是设计上，第一个它的铺面就是不一样的颜色，第二个它的人行道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 Z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好，它在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说电脑其实所有的红绿灯其实都透过电脑的控制，所以呢事实上它的电脑的控制呢，它其实可以有各种的方向，所以呢看我们来看看说好，在第一步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它就中间有分隔岛，行人它不会是只有一次，因为事实上也不是只有英国，其实很多欧洲国家都是这样的设计，就是你行人要跨越马路，你不可能一步到底，你一定是先到中间的横隔岛，然后下一步的再到过去，所以在这里呢，红绿灯就会跟你切开，你在直行的车子要这个右转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所有的左转车是不准的，那你右转的时候，行人是只能够到中间的横隔岛，所以呢，这绝对不会去撞到行人。好，那下一张。那下一张的话呢，是行人你可以穿越，那你穿越的时候事实上是只有直行车在走的时候，所有行人你可以好透过这个穿越，虽然是两阶段，但是你可以直接到对岸。好，下一张。那第三个呢，这是所谓的所有的这些的左转的车辆，那左转的车辆的时候，它就是行人的，你的就是不能够再过去，你就是在中间的地方停止。好，下一张。那在下一张的话呢，这等于是说你所有的车子呢，你可以左转也可以右转，但是所有的行人就全部都停止。好，再下一张。那这一张呢，就是你可以直行，那你也可以这个右转，但是行人他还是可以走到分隔岛。好，再下一张。那在下一张呢，是你可以就是横向的，这你可以横向的全部都行驶，那行人就是那个直向的，他可以横跨。好，再下一张。那这个呢是所有的，你可以一步到位，就是我今天是全部左转啊，那这个行人呢，他还是可以这个就跨越哈。好，下一张。那再下一张呢，就是也是你可以右转左转哈。那再下一张。那
所以呢，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电脑的一个设计跟控制，它可以让每一个行人都是非常安全。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行人的斑马线它不会设计在十字路口的地方，它其实是离十字路口有一段的距离，那这一段的距离又把它分成 Z 字形，让你不会一步就冲过去。好，那中间会有一些的栅栏把它围住，所以你一定是一个 Z 字形的穿过去。那这样的设计事实上并不是很难。那部长，这个您的看法？谢谢委员。我已经有请六都哈，先挑选10到20个路口哈来进行示范。那不过我也跟委员报告，因为路口的状况很复杂。以我在台中市服务的时候啊，也曾经啊有几个路口采取 Z 字形的人行穿越道，但是也有一些路口实施之后发现了其实并没有比较好哦，甚至市民也有抱怨哦，后来也就这个恢复原来。所以这个方向哈，以行人安全的哈做最优先来设计这个路口，包括穿越道是我们的方向。第二个，刚刚委员有提到，就是行车安全的这个视觉的辅助系统，这个现在哦，就是我们要鼓励大家要装设。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减少路口事故很重要的原因。再来第三个就是大数据的分析，其实所有路口所发生的事故都有资料。我们应该不要被动，好，应该是更主动来分析，然后找出原因，然后来解决那个路口肇事的原因，那为每一个路口打造最安全的人行环境。好，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台湾越来呢，就是其实越走向这所谓的健康岛，我们各种的运动，不管自行车啊，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运动其实都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自行车道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很多的城市其实是没有自行车道的，或者说有些的自行车道，其实这里就牵涉到你车道的安全性。因为尤其如果说在赛车或什么的时候，那个稍微的这个路障马上就会造成人身的伤亡。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孔盖，它人孔盖的材质有的就是以前旧的，其实是比较是一个屋面的，就是比较这个粗面的。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孔盖，它其实都是一个这个十字形的，它是只要一下雨就非常滑。所以呢，这个骑脚踏车的人都知道说，下雨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穿过那个所谓的十字形，就是很密的十字形的那种很平滑的这种人孔盖，因为你一定会摔车。所以呢，既然就是要这些自行车者自己去注意，可是事实上有些人新手也不懂，那是不是我们在安全性上其实应该要把这些所谓的很平滑的这种盖子应该换一下？是的，跟委员报告哈，我推动交通部要走人本交通，安全、效率、品质跟绿色。那自行车也好，好，这些所有的环境的配套是很重要。圆孔盖的下地是从路平计划就要做好，不然高高低低。另外像标线的抗滑，我们也必须要提高标准。那标志，刚刚讲的这一些动线能够改善。事实上以前过去是以车子为主，现在应该以人为主的交通环境。那我也请我们交通部所有的单位都重新检视，我们让交通是有温度的，是以人为本，是一个服务业，就在希望能够贯彻。那自行车道过去我们比如说环岛自行车道做了很多，可是很多是沿着公路系统，很不安全。好，那个这个品质的提升优化也是下一个阶段，我想我们在做人本交通要重视的地方。好，非常好，这个部长能够提出人本交通，我只要那个思维不一样，我想整个一个设施，整个一个环境就会不一样。好，那谢谢部长。好，谢谢，谢谢。现在请刘兆豪委员发言，他不一定会请你啊。好，请主席，我请部长。好，谢谢。请林部长。主席，我待会时间如果有点超过，因为我最后一个了，请部长也多用一点时间，可能会延长一点。好，谢谢。好，谢谢部长。部长，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新闻，你针对交通部特别是铁路局自行所做的关于普悠玛这个惨剧做的行政调查，你表示非常的震怒。但是部长，本席在这里要要求部长，你除了震怒之外，你要付出你的行动。是，就在昨天，本席跟几位普悠玛乘客的家属在一个会谈当中，一位当时坐在普悠玛列车上的台东乡亲
他这样子讲，普悠玛已经发生了146天了，他现在每一天晚上他浮，所以深夜的时候浮现的都是他的家人在那个列车上的那种惨状，他的家人受伤的时候对他呼喊，要求他救他的那个样子。部长，146天过去了，普悠玛这整个事件不应该随着时间过去就让政府或让人民淡忘，而且我们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伤害其实它不是告尾声的，它可能是还在进行当中。是，而且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的，这个绝对不是天灾啦，这是100%的人祸，而且这个人祸的肇始者没有其他的人，就是政府应该负101%的责任了。所以部长，当然你表现你代表政府对这件事情来表示震怒，你重视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期待跟我一样的期待，你要把这个震怒来付诸一个行动。所以本席在这里来具体的做几项要求。好，第一个，真相的厘清。现在针对普悠玛事件发生到现在，虽然我们行政单位跟以往不同，以往如果发生这样重大事故，可能就是铁路局或交通部自行做调查，这是在行政院委托第三方的专家学者做了一定的调查。是，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还有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我说实在的，还是很多人对一些环节打上很多的问号。要厘清这个真相，目前本院正在审查运安会的组织条例，运安会如果成立之后，部长，交通部部长你要做一个具体承诺，要主动的来协助运安会来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让真正的法律赋予的行政单位行政机关针对这个重大的悲剧重大的交通事故做一个完整详实的给国民一个交代的一个调查。部长，是这件事情，我是支持成立运安会，而且交通部将全力配合调查。那么目前司法调查行政调查都在进行，那我们最近交通部在我上任之后增加的是事故责任调查。部长，因为司法当然也必须要建立在一些像这两个轨，一个司轨，司法要去两轨，那我们行政部门还可以再加做这个事故的责任调查。我接下来就要跟你探讨，就是说你震怒嘛，因为你认为这个处罚好像看起来会把责任只有推给司机员或其他的人，认为处罚不符合大家的认知或社会的一个期待。应该这样讲，我们交通部启动在过去这一个月的事故责任调查，已经有新的很清楚的责任归属，可是惩处还是旧的，而且列在司机的项目洋洋洒洒一堆，可是有责任的主管却呢轻轻带过。我所不能够接受或我很痛心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的看法都一样，该负责的，无论你的职称叫做部长、局长、处长，对，或者基层的员工，该负责的都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是，我们讲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嘛？好，但部长你说你震怒，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你所震怒的那个处罚的对象，被处罚的对象至少有两个，只要其中一位是退休了哈，至少有两位现在是在交通部辖下在担任重要的职务了。一个是财团法人的董事长，一个是观光局的局长。那部长，我想你震怒之后，那怎么样付诸行动？如果他们是调查结果是应该为这件事情行政上负最比例很高的责任的时候，那我们不只是震怒啊，交通部应该去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处理啊。我跟委员报告，如果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事故的责任调查，那么除了惩处我希望他们检讨之外呢，如果有交通部派到这一个事业单位去担任董事长，我认为不宜。好，这一点我想，那部长，因为给社会的一个印象是刚好颠倒了，不但没有惩处，还奖惩，还奖。社会安尼讲啦，是有点他这个安尼你认为爱惩处，结果他还是在担任重要职务的。
他是以退休之后去担任。啊、不，按但是那个等于政府派的嘛。啊，是我们那个不是他自行去谋职的、啊。的我们的代表哦，是我是认为不宜啊。好，那部长啊，你针对这样的事情，你表示认为这样的整个这样呈现的结果你不满意，那你多久？你要求你的当属下单位，或者你多久会再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我希望本周内就重新开会哈、哦，所以我已经有责成王正次召集会议啊、哦，就有关于这一个报告再进一步再检讨，以及呢惩处的部分好、哦、可以重新讨论。那至于说我们在事业单位的代表好、哦、这个部分，我的立场就是应该要收回，我们就是不能够再代表交通部去参加。好，去担任重要的包括中国验船中心的，你已经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政策上的宣示嘛？嗯，让你的政路才会让人感受到政府是重视这件事情嘛？不，我跟委员报告，政路是媒体帮我下的标了。其实我当场是很、重视的，我就改成重视了。我是很痛心的，我是很难过的。啊，那你重视这件事情？我们花那么多同仁也很辛苦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为什么？前面把一些真相调查跟责任厘清之后，后面没有反映在惩处的建议上、欸。好，部长、嗯，那你已经做一个政策上的宣示。好，那我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一周内，要政府交通部要对这件事情再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接下来讨论，因为我想在这件事件当中，受伤最深的，当然就是罹难者或者是受伤的这些乘客跟乡亲嘛。是，好，那我现在先讲受伤的这一部分了，好，部长，你重视这一件事情，但是在对于受伤的乘客，我们已经在台东开过两次协调会，但陆陆续续还有个别，好，包括铁路局，好，或者是我个人也在集中协调一些事情，但部长，是，现在哈，对民众来讲哈，近乎都是同一个啦，现在在讨论这个受伤者的赔偿问题。遇到一个最大的关卡是什么？你知道吗？请说。嘿，主计单位啦，部长，是政府一再的说，这个重大的事件，我们要表现出诚意，要专案来处理，要从优来处理，要弹性处理。但是回到政府体系的时候，光一个核销的单据哈，光一个核销的凭据啦。格式就改了好几次了，光一个核销的单据就要民众来来回回两三次以上啊。到现在为止哦，部长曾经已经答应要给的财损的部分，到现在哈、哦、连窟窿也没换了，146天了，部长，今天下午铁路局内部还在做一个内部的会议啦。刚刚我有请会前，我请铁路局的主任秘书还有相关人员到我办公室，我把乘客的相关的疑点一一的列给他们，我要求他们今天在内部会议，唔好讲这是我无意见，主机单位有意见啊，这我无意见，别人有意见，对民众来讲，这个都叫做政府啦，都叫中华民国的政府啦，我们承诺给这些。受难者的人，我们承诺给这些不幸的乘客人，承诺的每一项都要给人家做到了。我们答应人家，答应我们这不幸的乘客说要从优专案尽速的处理。你几行乱讲走丢，唔好告诫学生讲啊，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对民众来讲，这个都是政府啊，我那差不多你都有问题。而且这民众他也不是要。做无理的要求，他不过是这样所受的损害，要政府要来弥补嘛，而且政府应该要去做的啊。这个委员报告，我们会主动来跟主计单位啊，在沟通协调，从优从宽从速。好，部长，今天下午铁路局内部就要开一个内部会议，包括各相关的单位，要针对这一句民众所提，也包括我列举了一些的。民众的相关的疑点跟他们的要求，部长，你做一个政策的指示，交通部要派人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所有我大概可以回开会，有时候这个我没有办法说明，没有办法解释，阿哥台东来台北，阿哥开会啊，下一次去开还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希望能够从优从宽从速，那主动哈、哦、跟台铁局要主计单位来协调，我、哦、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部长，我们当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台铁的总体检嘛，是、台铁确实面对了长期来，他面对了许许多的问题。其实当我们在提到台铁总体检的时候，对台东人感受特别深刻啦。对，但当铁路是东部非常重要的。台东，我们到现在没有台东到花莲的双轨，现在几十年，现在才开始在做环评嘛。是，光环评就要环评个一年半两年了。一年半两年，然后现在顺利的话，六年半到七年之间才可能会完工。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台铁的总体检的时候，这件代志对台东的民众特别深刻，特别是发生普悠玛这样的一个惨剧之后，部长是做出成绩来啊。虽然很多事情都是累积几十年来的问题，希望部长你这个时阵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交通部要重。虽然环评是环保署是主办单位，交通部要积极主动的去拜访这些评审委员，请他们去实地看，说我们是原地在做一个铁轨，对环境的影响冲击是最小的，而且这个重大建设是最火车运输是最能够环保的，所以是符合大家需求的。啊，咱政府魔鬼造证，一般程序，但光环评就要弄个一年半两年。那对台东的民众情何以堪？是，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苦民所苦，急民所急哦。对于东部的铁路啊，是几乎是交通的生命线，好、哦，这个不能够一来一回啊，好、哦，就是程序延了很久，要把它当作我们交通部自己主动要推动的，好、哦，这一个公共运输的建设，好、哦，我想对于花东地区的民众，好、哦，这个才有一个交通的行的人权。不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会后我会再主动来跟你讨论一些关于我们普悠玛后续，特别是对受伤或罹难者的家属或者人员哦相关的后续的应该要去做补偿赔偿的一些相关的事宜，好吧？好，谢谢。好，谢谢。做以下报告，登记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做以下处理。委员童慧珍、何志伟、段宜康、严宽恒、林德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一、报告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尽速以书面答复。三、本日讨论事项，行政院函请审议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另择期继续审查。四、委员所提修正动议一件，于逐条审查时进行处理。散会。
好，